好，现场的球迷朋友们，我们已经呢关上我们的场灯，等一下呢我们活动会正式开始，所以我们麻烦所有的球迷朋友们，请先尽速的入座，但是在行走的时候呢也请小心，小心你们脚下的阶梯不要跌倒了。这边也提醒各位，记得把随身物品带在身上，不要弄丢了。感谢你们，那我们呢等一下比赛的过程中也请这个球迷朋友们不要站在走道，也不要把手呢靠在栏杆上，以免呢发生危险。感谢各位的配合，我们的比赛准备要开始了。 Alright， 那就交给我们的气氛大师 DJ 上。都自己打理，穿着 party party 也自梳道理。Let's talk about micro A ball， 我们来自新北的街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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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街头，新北街头，我们来自新北的街头，新北街头，我们来自新北的街头，新北街头，街头，街头。新北的街道，街道。我为何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到底会如何？要怎么面对？我是个凡人，我不坚强，我没有底气。偶尔夜晚会留下莫名的泪水。住在拥挤的城市里，却迷失在人群，而我。是在哪里？而我的骄傲，我的信心都已看不清，还有谁会扶我前面的道路？离开我的城市，离开我的世界，离开我的面具，离开我的懦弱，离开我的自己，离开我的害怕，离开流下眼泪，我也不在意。城市，离开我的世界，离开我的面具，离开我的懦弱，离开我的自己，离开我的害怕。好，这边呢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球迷朋友们，麻烦帮我们尽速入座，麻烦帮我们尽速入座，因为呢现在是这个下班潮，现在是下班潮，等一下呢我们今天场馆内呢是全场爆满的状态哦，所以等一下还会有陆陆续续你看到的空位都会有球迷朋友们呢陆陆续续的补进来，所以呢趁现在还没入座的朋友帮我们迅速入座，不然等一下呢你可能会被挤开来啊。好，我们呢这边呢还恳求各位，感谢各位的帮忙。想要知道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you， 我卷起裤管今年放手农作物全部受束，新的面孔来光顾点他们不懂 what I do， 我是干什么吃的你管我身体上吃的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They only know me on GQ 他们just hopped in. I got options. I can pass that like Stockton. Just joshing. I'ma spend this holiday locked in. My body got rid of them toxins. I said y'all having a good time out there.They can't, they won't, they never will. Stop the party.
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 DJ 上的音乐一起敲打节奏，我们等一下准备要开场喽。新贵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上班日很多人还陆陆续续的进场，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球给彭尊的彭尊。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汉迪亨德利。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给我跟彭尊一个最大的尖叫声。今天应该等一下还算满场，大家不要担心，陆陆续续的会进来。没错，好的，一样像我们在冠军赛后的全新口号 We Ready， 一共呢总共有七个字母，也代表国王最终的七场试炼，我们拿下七场胜利，迈向我们的顶点荣耀之路。那今天呢是我们冠军赛的 Game Two， 非常感谢呢国王的赞助伙伴森宝和我们一起捍卫主场。那除了一进来呢，二楼呢就有森宝摊位之外呢，中场我们将进行森宝障碍物挑战赛。我先讲奖品，奖品呢是森宝 4K 65寸的电视，好不好？我有听到这个暴动声了吗？对，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找四位球迷朋友们在中场呢跟我们一起参加森宝的挑战赛，再跟大家说一次奖品。4K 65寸电视，没错，大家给我们森宝一个尖叫声吧 ，Come on！ 没错，哦，好，感觉大家都想要拿到啊，非常需要，看球赛很开心。没错，好，当然呢，在我们冠军赛，我们也准备了满满的城堡活动给诸位。那我们有这个 We Ready 签名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英文字母的 A 写下吗？你们想要对我们禁卫军们想说的话，希望我们今天可以顺利拿下属于我们的胜利。那还有呢，非常呢，我们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宝座，大家呢去宝座呢拍下你的王者的照片呢，上传到 IG 呢，我们也会送出国王周边的小礼物。没错，那当然呢，还有我们的三分球预测，以及我们杨敬敏 MVP 套圈圈，还有我们的塔防神射手，以及我们森宝投篮机，还有 Area 零二跟我们 New Taipei Kings 联名的城堡夹鞋机，都在我们城堡里面呢，等你诸位去体验。那讲了这么多呢，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要先 shout out 我的好伙伴 DJ 上。那我们从主持 DJ 到啦啦队都将暴击你们的心脏，今天呢国王将拿下胜利，你们问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冠军带回新庄，让我们欢迎我们的 New Taipei Queens。 Alright, we ready, DJ Song. Drop the Queens! If all of the kings had their queens on the throne, we would pop champagne and raise a toast to all of the queens who are fighting alone. Baby, you're not dancing on your own. Can't live without me, you wanna, but you get na na na. Think it's funny, but honey, can't run this show on your own. I can feel my body shake, there's only so much I can take. I'll show you how a real queen behaves. No damsel in distress, don't need to save me. Once I stop breathing fire, you can't take me. And you might think I'm weak without a sword, but if I had one, it'd be bigger than yours. If all of the kings had their queens on the throne, we would.
声给我们的 New 台北 Queens， 谢谢我们新北国王拉队，感谢你们。本场比赛为冠军战第二战 Game Two， 面对客队台北富邦勇士，捍卫新北城堡的就交给各位了。首先为各位介绍客队台北富邦勇士队，零号赖廷恩，一号陈范博彦，十号张文平，十一号洪凯杰，十五号谢宗荣，二十一号曾祥军，二十三号石伯恩，二十四号简廷照。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先发五人 starting five， 三号张宗宪，五号强森，八号周桂宇，十二号林志杰，三十二号赛瑟夫，总教练徐俊泽，助理教练吴永仁、江志正，林伟浩、魏维，领队蔡成儒。请所有新北国王的球迷朋友们将目光一致上方大荧幕。This isn't new territory for us. We've been here before.We made the playoffs, but we haven't done anything yet. We still got a lot of work to do. Lock in on the details. Block out the noise. Are you ready? It's go time.全能后场指挥官，新北飙风玫瑰李凯燕。Number 24关键大心脏，小胖洪志善。Number 7观众拿来看，小丽林丽人。Number 10禁卫军弓箭手，微笑射手 JJ 简佑哲。Number 3来自国立体大，小敏陈俊南。Number 19皇家大锁榜哥林君榜。Number 25来
来自政治大学 Omar 小 Q 聂 Omar。Number 50，敬畏之门神，护国三兵，宽西戴维。接下来进场的是新北国王先发五人 ，Starting Five。Number One， 就这样被你征服，叫什么令？林胜伟。北直升机年糕 Candy Vernico。 Number 17，敬畏之瑞士刀，我大苏喜苏世世。 Number 5，禁区猛兽帝王木熊大巴伦。Number 6，禁卫军士官长，新北的阿美族战士杨杨杨杨俊斌。中间软马上助理教练马卡特拉许浩辰，体能教练刘振宇，首席体能教练张崇熙，数据分析师林振宇，球队经理洪志虎，防护员邱博凯、吴崇豪，总经理毛嘉恩，执行长陈信生，董事长王文祥。最熟悉的时刻了，我们到这边诚挚邀请我们新北国王拉队 New Taipei Queens 一起呢来大家教大家怎么跟我们新北国王一起进攻，一起应援。让我们欢迎 New Taipei Queens。Alright， 我们的新北国王拉队，我们的皇后们，我们的 New Taipei Queens 都准备好了。首先呢，我们要教大家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防守，也就是我们的 defense。Alright， 我们这边需要大家的拍拍扇以及你们的声音。好的，跟着我们新北国王拉队一起来捍卫我们的王城嘛。DJ Sound， Let's go。Defense。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的 defense。身先士卒，搭配护国神 Q 捍卫疆土，让对手攻势受挫，在焦土战中旗开得胜，卫冕军连续三季冠军战逆风开局，两届 Finals MVP 辛特利首度遭到封锁，第二战变阵启用强森搭配塞瑟夫建立王朝之路，现在面临了最大考验。
新北市有400万，全台最多的人口，29个行政区，广大球迷期待王城荣耀能够降临新北，就看今天国王的表现如何了。大家好，欢迎在6月5号星期一晚间的7点，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新庄体育馆，在美丽的 Monday Night 一起欣赏台湾直男 Plus League 2022-23赛季总冠军赛的第二战，由新北国王在主场迎战台北富邦勇士。星期六首战，满场观众塞满了城堡，成为禁卫军的最强后盾。今天上班日同样涌进了大批球迷，新庄体育馆从赛前2个小时，周边已经涌现了排队人潮，来见证双北地铁大战神仙打架。在球赛开打之前，新北铁粉们今天一样是气势惊人。来关心双方的晋级树状图，头号种子国王以3-1放倒了梦想家，而卫冕军勇士横扫领航员，来到冠军赛首战却以72-86对史冠军赛最低得分让出了第一场比赛，今天能不能够打出反弹的态势呢？其实在 Game One 打完之后，体育馆的气氛啊，外面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很嗨啊，久久不能散场。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星期六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场外的画面。这一段画面是来自执行长陈建州先生的手机啊，一步一脚印走自己的路啊。那其实国王队也是要一步一脚印，跟勇士队一样迈向3连霸，另外则是要迈向首次的王城荣耀。大家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是由我蔡琴景还有球评陈子威以及民视全体的工作团队共同带来转播服务。威哥你好。主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子威要先播球还是先谢罪先讲啊？当然是要先谢罪啊，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是车开不进来，我就先就想要觉得怪怪的，所以我第一次跟琴景合作，想不到在今年在总冠军赛第一场的合作啊，哇，太难得了，一定是有一点压力啊，因为毕竟紫薇预测国王队打不进季后赛，而且没有办法在冠军赛拿下任何一场胜利，但现在帮我们准备一部对联、啊、哇，这个谁这么漂亮啊！紫薇哥哥，不要这样。对，我终于体会到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啊。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点点被打脸的感觉就对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混一口饭吃啦。啊、对，所以也是不能乱吃。啊，其实紫薇，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激励国王队这种士气的感觉。我相信他们激将法真的有激到。对，真的是有激到。所以我相信现在徐总很不希望我看好他们、啊。对。我相信在国王队能够拿下第一场胜利，就像黑哥讲的，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没有错，这场比赛徐总必须要辩证，摆出了是强森搭配赛瑟夫这个组合，跟第一战搭配洋将是新特例是有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看徐总对针对这个赛前的辩证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第一场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嘛，我觉得最重要是要做出改变啊，因为我们的确他们在 Q 啊，穆伦斯同时在场上，甚至拆组的时候，变成赛瑟夫是没有办法下来，这在第一场球看到他非常大的一个体力上面出现一些问题。那再来就是，虽然我们需要 Mike 的得分火力，那对方毕竟有 Manigo 对他又是一对一的争防，那我们既然在外线讨不到便宜，我们必须做出改变，在内线上面可不可以取得一些优势，这是这场做出改变的最大的关键。徐总在第二战就蛮早启用辩证了，对于这一个转变，威哥你怎么样去做解释？我认为在上一场，其实在新特利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外线是六投零中的三分线，包括说在两分线球的时候也只有命中2颗哦。那再来就是在前两季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防守球员可以停住他，那今年我认为曼尼高就是解答，所以曼尼高在对他来讲，其实在以往的坦克切没有办法发挥，因为曼尼高的身材强度不输给新特利，所以整个在防守上的限制确实是影响到他的体能跟命中率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哦。所以针对数据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前两季的总冠军赛场均29分的得分，到第三季剩下7分，命中率也是完全下滑，所以 play of mind 变成 play of nine mind。 那这个我们英文主播 Ryan 跟我们做一下说文解字啊， of nine 就有一种断线的意思，那场比赛看起来真的有点卡完全断线，因为他
三分线命中率确实，当外线不准的时候，坦克切又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利用的话，其实真的就像上一场的结果一样。所以今天徐总的辩证，我认为也是一个合理的辩证哦。对，所以今天新特利是要穿便服啊。对于徐总来说，这一个启用辩证一定是稍微早了一些，但是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决定。没有错，因为已经提到，就遇到曼尼高，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得到有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在毕竟在双塔上面的压力，有效牵制穆伦斯的内线的一个破坏力，所以我觉得认为今天双塔的表现其实也是蛮关键，在能不能把赛事给逆转回来，这个也是我们想看到的。除了杨将的阵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 X 因子啊，就是国王队阵中包含画面上的小胖在内，有非常多的球员，总共7个曾经在徐总的麾下打过球，所以对徐总的体系是非常了解的。那小胖其实为我们做了一下隔空抓药啊，先模拟一下徐总的心思。当然徐总在赛前针对这一点也有话要说。觉得出什么招应该是说教练比较多在于心理吧，因为依我对许教练了解，就是他很会在心理这一块给球员做一个很强烈就是建设。因为说大家也知道富邦连续3年第一场都输掉，可是富邦是一个反击力道很强的球队，他不可能在，尤其许教练不可能接受2连败的情况下，所以他一定会在这一场做出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至于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哇，不可否认啊，他们在我以前执教的球员非常多，不止小胖、Q 金榜，然后还有新智，然后甚至银峰，我算过大概6、7个都是跟我一起配合过。那与其讲顾忌啦，那我现在更想要的是帮我们球队找到方法，因为对。就是国王的确有很多人知道我的一些战术体系，甚至知道我执教的就是希望的进攻的系统。那的确我们打到国王比较吃力，那可是我在这知道在对阵到国王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教练团一直有在想说，那我们要用什么样不同的策略，然后不要让他们好像对我们是这么的熟悉，所以我们一直也是一样在做出一些改变。在国王效力的球员有7个打过徐总的系统啊，总共加起来是31个球季，所以这一个经验值，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看这个这个说法，威哥你觉得成立吗？当然，就是其实最需要注意，或是最需要害怕的，就是曾经的队友哦。所以在整个这么多国王球员被许教练带过，其实包括小胖，他在上一场球上了超过20分钟，以及在不只是在场上的贡献也好，以及小胖你也知道他领袖的能力，在多方的去给教练团一些意见哦，所以我觉得见招拆招的反应，我觉得小胖的功力是功不可没了，所以我真的很肯定他们在这一季的一个冠军赛的一个轮替哦，非常的重用老将这个组合哦。嗯，所以今天老将的表现，或者打破徐总系统的球员的表现，今天要持续的做观察。来关心今天3位执法裁判名单，分别是叶俊宏先生、陈宏明先生以及丛秀慧小姐，今天要为我们做执法的工作。双方所排出的先发5人名单，来犯的台北富邦勇士张宗宪搭配周桂宇、林志杰、强森以及赛瑟夫。国王队的部分，林书伟搭配曼尼高，前场有杨敬敏、苏世轩以及穆伦斯。国王队这边其实是不变应万变，但这场比赛看到徐总在阵型上做了大幅度的更换，包含启用到了强森，另外周桂宇也必须扛起先发控球的角色。对，在强森的部分，其实对战在例行赛对战国王4场的比赛当中，他有场均对战国王有22.5分、13个篮板。所以我觉得他在对战国王的时候，其实也是打得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当然，新特利的得分能量也是很高，但是我觉得在攻守均衡的情况，当然强森是一个现在必须要做出的一个选择哦。那赛车部的状态其实一直保持在高档，那怎么样在内线不吃亏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富邦来讲，其实锋线的得分尤其是关键，包括中线在上一场其实也是表现得比较低迷哦。没错，张中线前一场比赛是个位数的得分啊，那对于富邦勇士的主力进攻箭头来说，这一个点确实是熄火的。但是也要谈到的是林志杰，前一场比赛攻下12分，但也出现了全场最多的6次失误，这一个点必须要赶快克服，因为勇士队在团队的部分呢，全队是有16次助攻，但是出现了17次失误。徐总在赛后分析，这是他们输球的关键。没有错，其实在助攻失误比上面，助攻比失误还少哦，
所以这是徐总最在意的事情，所以今天必须志杰杰哥要提早上班去找状态了。没错，今天在新庄体育馆，在球赛开打之前，因为是频率的关系啊，所以说球迷是陆陆续续的进场。刚看到场外的画面，其实在开放进场之后天已经黑了，但是场外还是一样大排长龙，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接下来平日要来看球的话，尽可能的可以提早到球场，才不会错过赛前一些非常精彩的环节。对，包括上班请假一个小时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台湾篮球有这样的盛况，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在全场满座的情况下，以及在对战的组合又是大家喜欢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愿意进场的原因哦。总冠军赛双北大战神仙打架的第二章，这边两边的球员已经来到中圈准备进行跳球。第二战正式展开，由身穿蓝色球衣的台北富邦勇士掌握第一波球权，灰色球衣是主场的新北国王。国王队在这个系列赛率先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看看勇士队如何做回应了。林志杰马上就一个翻身跳投的机会，这一球偏了。哇，用第一个用后挡强身的一个高吊球没有给之后，志杰再绕出来去做三分的一个出手，很可惜空挡出来没有把握住。林志杰前一场比赛是得分上看双位数，加上前一轮的29分，表现是十分出色的。来了老鬼的对决，地板给球交出来 ，Manigo 最后4秒再翻小球，苏世轩攻击篮筐放偏了。哇，其实苏世轩在前一场比赛，甚至在季末的历在季末的时候，其实都空手走位表现得非常出色。没错，机动性非常强的一位大前锋啊。我今天要扛到强身的部分也是必须要用身体去换哦。哇，现在直接上身体啊！周冠宇在篮底下勾射没进。哇！一开赛感觉得出来，强度不比前一场还要低啊！来了，篮底下强身的麻辣火锅。哇，这个就是强身的价值哦。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如果是面对同样的状况，其实苏世轩是把握十足哦。没错，哇，这一球干净利落，直接定板啊！强森在例行赛场均可以扇出2个麻辣锅。对，所以在整个在强森登陆之后，其实整体的高度变成富邦拉得比国王身材来得要的好哦。没错，那这一点对于国王队来说会非常大的威胁性。强森在篮底下要位，看看球送不送得进来。赛车夫高位，赛车夫45度角爬了上去，没有问题，依旧保持高档的演出啊。不过在强森在内线低位要球的时候，其实苏世轩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就是说在用身体去抵消掉强森的一些体力哦。毕竟强森他也比较不习惯身体碰撞的这个球员啊。国王队开赛陷入了进攻宕机，开打将近2分钟的时间是1分未得。再来看一次，赛瑟夫是没有错，赛瑟夫在高低位没有机会给他做一个瞄篮动作，找到一个出手的空间。赛瑟夫在前一场比赛是勇士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攻下了20分，包含2个3分球，应该可以说是唯一稳定发挥的一个球员啊。没错，球线拿得蛮长的，桂宇有很长时间可以瞄。6-0的攻势在勇士这边。哇，这对富邦勇士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哦，在外围的手感比较前一场的开局啊，这是天壤之别啊。勇士队前一场比赛的3分球几乎是要快把篮筐敲坏了，现在连续2次命中。苏伟地板给球，苏世轩再来一个做飞机了。哇，这个师大的前队友桂宇跟苏世轩，这应该也不是刻意去要这做这个动作啊。这边苏世轩一时间之间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这个要先观察一下有没有脑震荡的情况啊。再来看一下，哇，苏世轩感觉上是有碰到后脑勺哦。这个风阻，那桂宇也是针对球，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哦。以及在这两位是前师大的队友，哇，这合作多年，也不希望看到彼此有受伤的情况啊。现在群哥觉得有点难过。哇，这个哦哟，
啊，这个感觉上好像没有特别去撞到后脑勺，但是在头部的晃动下，其实也是会有脑震荡的一个风险在。尤其是脑震荡，其实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影响往往不是在第一时间所体现出来，可能马上会头昏脑胀，但休息一下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说真的有脑震荡的话，持续打球是会有危险的。啊，这个当然可能要观察一下，势必就是要今天能不能出赛，这个都是要一个专业的医疗团队去评估哦。对，那就像在例行赛尾声，林书豪也曾经因为脑震荡的关系离开球场过。通常这个观察期其实要2到3天哦，但是就看当事人的一个反应状态。对，那裁判这边看完了 IR 系统之后，认定周桂宇是一个一般犯规。稍待会国王队有罚球的机会，对，尤其是在慢动作的重播当中，其实看到桂宇确实是针对球来去做一个封阻，但下来落地的时候苏世轩是有点重心不稳。今天王董一开赛就有点坐不太住了，对，他现在坐我旁边我是有点紧张。我也很紧张啊。对，他蛮投入球赛的啦，其实看到老板能够这样子这么投入在球赛里面，真的也蛮开心的。对，毕竟也是真金白银在支持台湾篮球。那现在苏世轩没有办法进行罚球，他由 Q 来代罚。哇，这就是我预测，就是 Q 要打30分钟以上。你不是说40分钟？35分钟变30分钟。不过确实有戴维斯在前一场比赛上演有 double， 那也成为勇士队在禁区一个无解的席。没有错，而且在徐哲教练讲的时候，穆伦斯大被 Q 的话，其实是国王队目前的优势哦，在内线其实篮板的保护也好，在防守端上面的封阻影响，确实是影响到整个富邦的攻势哦。超级单手飞扣，总算是开张了。哇，我们联盟的超级助攻王哦，还是防守端还是有他的一套啊。在上个系列赛，场均超过4次超级啊。对于球线的预判是相当精确的。地板给球，强森高难度的 fadeaway jumper。哇，强森今天一定要把进攻端的分数给先摆上去哦，不然在上一场球只得到72分，的确是不够的。创下了勇士队在冠军赛史上的最低得分。Manigo 撞入禁区，无敌开门，哇，判进三分球。现在国王队咬上来了。哇，今天第二战。哇，真的是让大家评估的，就是进攻战真的确实是有打出来哦。双方一分差距，阿敏的超绝，连续2次的进攻出现失误，地板给球 ，Kenny Manigo 的45度角力道大，戴维斯篮底下再拨再抢，进攻篮板在他手上，包夹已经过来了，强森单场第二季的麻辣波。哇，这就是强森在篮下的一个封阻力哦。哦，如果在篮下 Q 就没有那么好去做一个出手角度了。塞瑟夫两人相遇在后，交来交去，最后还是给到了塞瑟夫得分。哇，强森在一开局其实在攻守两端真的表现得非常优异哦。你在不管在出手的一个时机以及他的防守端的贡献跟能量，我觉得他展现给富邦在上一场有跟上一场的状态哦。同样要记上一次强森的助攻，在例行赛场均也是来到4次助攻。Manigo 第一拍直接过人，但是要打强森没这么简单。新北市馆长要跳出来了。哇，在上一场的第一节的敏哥哦，确实是把国王的进攻端给打开了，所以在第一节特别要小心啊，阿敏开启得分的模式哦。塞瑟夫低位单打，裁判享受在先，是一个走步为例。塞瑟夫这边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再来看一次。哇，这个 Manigo 这个助攻王找到了在切传之后的阿敏的三分球哦。事实上 ，Manigo 在前一轮的关门战曾经单场传出9次的助攻，对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其实，在 Manigo 的主要的 pick and roll 的处理上面，其实也是国王队非常倚重的。来了，老鬼对决，林志杰完全没有让出空间，阿木接到球就跳。接球力道大，刚这个对位好看，哇，真的非常经典哦。志杰找到底角的桂宇，摇篮时间很久，哇，天了！争抢篮板的过程当中有犯规产生，是，我觉得在今
今天富邦的一个攻势当中，在双塔的一个策应上面，以及他的防守端，确实是让第一节的开局上面能够有跟国王抵抗的一个能力哦。在一开赛，双方打得血脉喷张，10-10，国王跟勇士在 Game Two 战成平手。双北大战总冠军赛 Game Two， 在一开赛战成了2-2平手，应该是10-10平手。那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勇士队在一开赛其实就打开了一些外线的空间。先来看一下这一个精彩的对位，杨敬敏对决野兽林志杰。我看到杰哥有这么用力去防守过对手哦，就是在敏哥这个身上啊，哦，这太经典了。一个39岁，一个将满41岁。我们说神仙打架是有它的道理。哇，真的是两个老鬼之间的竞争哦。其实今天杰哥在进攻端上面目前还没有持球太多，但是在敏哥在第一节的开局进攻模式必须得停住他哦。对，因为杨敬敏其实在不管是前一轮的关门战或是总冠军赛的第一场比赛，在第一节其实就设定了比赛的痛调，他在首节个人都攻下13分，都在关键的比赛。其实在这也是教练跟球员之间的配合，因为他也知道说大概什么时候会去下去休息哦，所以在整个在场上的攻击的手段上面以及出手的果决度，哇，又是杰克林志杰单打杨敬敏成功。所以在第一节趁两位老将有机会体力很饱的时候，赶快去多攻啊，不然等一下可能跑不起来哦。现在双方又有犯规产生，林志杰的积极追防赔上了犯规。第一节就是看杰哥跟敏哥的能量的一个对决啊，哇！再来看一次，哇，这个慢动作非常的漂亮哦。先做一个方配，再展现了脚步面框抛投得分。勇士队12-10，苏伟要找谁？谁要来接应？收到保甲了，杨敬敏掌握球，剩下7秒钟，阿敏比一个假动作下四连射，砍在志杰脸上，但力道大了，戴维斯单手灌篮得分。哇，富邦在这一节已经出现4次失误，有2次就被直接得分了。这其实也是前一场比赛一个最大的问题。对，失误之后马上转换成对手的分数。张忠宪这一球完全没碰到篮圈。哇，其实在失误端上面，其实真的富邦这一场比赛一定要控制得非常理想才有办法。小球戴维斯禁区，再自己把球拿回来。徐总不断强调在篮板球的保护上面，现在看起来做得不够到位。是，其实在内线的时候，你特别去攻击这个中锋的时候，是另外一个高度的一个内线球员，确实是让两队都非常有压力啊。蒋晨先一下再往后仰，戴维斯的篮板球，自个儿拿球推进。 Danny Manigo 小打大，桂宇已经对上来了，绕过了戴维斯的横打，在轴区骑马射箭，强森的篮板球。哇，这一个传球太过大意了，还好桂宇把球偷回来。张忠宪走底线再 kick out， 再射弧底角动位之后找到弧顶的桂宇，8秒钟时间还够，但禁区3秒违例。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哇，3秒违例，在球的流动确实是做得不错，但是强森他一直想要去争取这个进攻篮板的位置哦，所以他没有去调整好这样的一个时间哦。一开赛国王队的失误，应该说勇士队的失误真的比较多一点，14-12，
双方的比数还是没有拉开。 Manigo 弧底绕过阿木，打一个简单的挡拆配合，篮底下已经有空间，但扣分了。哇、wow.在这球，其实在以往在穆伦斯其实是十拿九稳的球哦，确实是在身体上面有一些伤势的影响啊。没错，他的左大腿其实在收官战那场比赛面对梦想家是有受伤的，所以 Ryan 教练也说他的状态不在百分之百，但球队需要他挺身而出。哇 ，Manigo 下手超前，前场一打一，赖廷恩只能犯规阻止他了。哇，这个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失获得分哦，得力的球啊。哇，已经第三次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哦。那这也是勇士队单节所出现的第六次失误。对，三次的失误后马上得分啊，这个是相当不应该哦。其实对勇士这么有经验的球队，其实在连续两场都同样犯同样的错误的话，在失误端没办法解决的部分的话，其实对赢球来讲是非常的困难。是。Manigo 其实在自己进攻的状态上，前一场比赛也不算特别理想，11分4篮板5助攻，三分球是8投0中。那当然，这也跟辛特利是互相抵消。没错，他其实他在手感不好的时候，他就是用专注在防守端上面去为球队去贡献了。嗯。那另外，其实在快攻的一个转换，他其实也扮演了非常好的一个箭头哦。对，他算是。终结顶尖的球员，没错，有很好的 finish 手感。哎，看起来张文平今天在一开赛就获得了上场机会。许庆的教练，哇，就是要去找骑兵啊。嗯，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大胆的一个点哦。但是确实在三分线外，现在目前都是有空档的，但是没有把握住啊。张文平在前一个赛季也曾经效力过国王队，透过交易转战勇士，林志杰要打他的前队友，在输球上直接干拔。哦，穆伦斯的防守篮板，其实上一场球有17颗哦，全场有20颗的篮板球。其实在，穆伦斯这个点，他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他专注在篮板跟防守上面，其实让国王队非常的安定哦。对，那在这个篮板球的部分，其实，在富邦，其实，在上一场表现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超过两个进攻篮板以上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对富邦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来一个强打，这一球直接吃掉了张文平。今天鬼鬼也来到现场啊，看到表现非常鬼的曼尼高，5分差距，强打在弧顶投一个弹道偏，又是阿木的篮板球。哇，其实阿木其实在篮板上面的保护真的是相当优异哦，所以国王也多了不少快攻传射球的机会啊。交到底角 ，Manigo 中线外没碰到篮筐，勇士队来推进这一波，张文平在底角 catch and shoot 还是没进，赖廷恩把篮板球投到，廷恩交给 Johnson。在底线的单打交给外围塞瑟夫，塞瑟夫有些犹豫，杀入直接接过球6-7了。哎呀，这边有点糗啊！哇，可能空档太大了，球没有掌控好啊。哇，他想说 Q 可能会封阻他，但是 Q 已经40岁了，应该不太会封阻啊。这有点尴尬。哇。其实开局富邦勇士打得不错，但是在几个失误球以及投篮的命中率上面下滑之后，其实没有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进攻效率啊。勇士队在前一场比赛有3节的得分没有超过20分，那这场比赛看起来第一节也不太顺，结果又出现失误，单场第7次 ，Manigo 轻松的转换出分数来。哇，现在富邦球员一定要知道，如果失误的时候没有把退守给做好的话，其实真的是会让对手快速上分哦。最恐怖的是，因为跑在前面的是 Manigo， 所以没有什么能力能够阻止他。篮板球凯燕拿到，出球速度很快， Manigo 又来了，空中拉杆放天，但篮底下还有戴维斯，这一球没拨进。这一球其实算是蛮 lucky 的，其实应该是要被得分哦。你看，能够改变比赛的节奏吗？先拿2分回来。你看，你在看 Q 蛮轻着跑快攻，在篮板的补篮之后，其实曼尼沟的冲击篮筐，其实富邦是吃不消的。对，前面除了犯规之外，也别无他法，但有时候也不见得追得上。5分差距，苏伟想要钻到心脏地带，裁判有哨音出现，
啊，其实，在凯杰的一个 pick and roll 的追防哦，其实应该要再更贴紧苏伟一些哦。因为 Q 其实是真的非常有经验，可以把小个子卡在身后啊。哦哦哦，那这边有一个拉住手的动作，是加把状态中，戴维斯能够站上罚球线。而且在今天一开赛的一个犯规次数，我觉得两边是天壤之别哦。就是在富邦的一个犯规次数累积的是蛮快的，对，在国王其实在防守端的控制上面是蛮好的，就是五次对一次，两罚中一，20-14。第一节的比赛剩下一分半左右，蔡廷恩还往进去拦。小跑车，个人连续得分。我觉得在富邦的球员上面，其实要多去挑战篮筐哦，因为如果你不去挑战篮筐的话，其实赛瑟夫跟强森是比较抓不到篮板球的哦。嗯。球出到界外了，这边要做出人员上的调度。简廷照也来到球场上，现在对于得分后卫这一个点，徐总在做不断的尝试。对，我觉得张文平上来投了这两球，其实都是很合理的。他射手上来一定就是要去果决去做出手，那如果进球的话，其实对于富邦来讲就是赚到。嗯。苏伟右手抛投没进。哇，这还是国王队的球。虽然说强森跟赛瑟夫他的高度都够，但是还是要确实去做卡位的动作，因为毕竟 Q 在卡位的一个技巧上面跟经验，其实都造成富邦蛮大的麻烦。双方篮板球12-13，目前差一个。这样，这次追防，比较输了。开火之后，阿木抓下进攻篮板。确实，我刚刚提到了卡位篮板的部分哦。哎呀，剩下7秒时间，够强杀，大路进出，就算加了。阿木。虽然状态不在100%，但高度跟技巧就摆在那里。对，其实在先看这个慢动作，我在瞄了假动作，哇，这么高的高度去做到这样的切入 finish， 其实真的是手感非常优异哦。嗯，我简廷照的位置确实他是有比较没有去做一个正确的站位哦，但是他有去提早的去反映这个，他想要制造进攻犯规的可能性。莫伦斯的加罚完成2+1，第一节的比赛也进入到读秒阶段了，23-16，双方差距来到7分。DJ 没有人对上，三分线外偏了。海燕快速带过半场，攻势已经开启了，看看要不要打一个 2-for-1。小胖再交出来。戴维斯走底线，地板给球，直接出到了界外去。勇士队要继续做出人员的调度，强森退场休息，换上了曾祥军。曾祥军也刚刚拿下了年度进步奖，以及年度防守第一队。对，其实，在一场比赛有三位的一个常人去轮替，其实对富邦来讲其实比较合理。在上一场比赛，确实内线被处理得太惨了。所以在今天祥军、赛车夫以及在这个强森的部分，其实，在内线的优势其实就会比较不会去吃亏太多。进攻时间、比赛时间差了3秒左右，勇士队还剩下3秒。骑马射箭，抛投放偏了。前场戴维斯追得到吗？时间已经到点了，也出到界外。第一节比赛结束，国王队23-16，在总冠军赛的第二场比赛首节取得领先。等一下呢，我们跟着我们森宝的吉祥物阿宝呢，他做什么动作你就跟他做一样的动作，是一个舞步吗？哎呦，可以哦，跟着阿宝做一个一样的动作。
欢呼的感觉，欢呼的感觉。啊，这是标准示范。Let's go. Let's do a move. 可以哦，可以哦，一起帮我们新北国王加油。跟我们阿宝做一样的秀智唯一几连霸，三连霸，但这一霸我们让我们留在新庄，跟着阿宝一起比一个爱心，可以哦。哎，阿宝有自己的粉丝团是不是？欢迎龟龟来到现场，欢迎你。这个颜色 T 恤颜色非常正确啊，有备而来。Hello， 欢迎跟着我们的镜头回到新庄体育馆。哎，画面上的 Amber 在昨天担任了品牌快闪店的店长，人形立牌6600秒杀，直接卖出去，非常恐怖的人气。画面上的鬼鬼对于新庄体育馆也蛮熟悉的了，因为在例行赛也来看过球。哇，现在台湾的篮球其实像 NBA 一样哦，现在这样的重要的比赛，其实都有一些艺人进场哦，去为我们加持哦，其实非常的不简单啊。对，那过去鬼鬼是黑社会妹妹啊，也算是黑哥带出来的人。第二节的比赛即将展开，国王队以23-16领先台北富邦勇士。在第一节，勇士队出现7次失误，其实蛮致命的。其实学员看起来应该状态是还可以哦，就在第二节就是轻易上场啊。刚刚是有一个直接落地，简佑哲三分出手没有，整场篮板过程当中拨出界外勇士队的球。刚刚苏世轩在第一节的前半段，在一次强硬上篮的情况下被打了下去，那疑似是有撞到后脑勺，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没有大碍。江胜再把球拿回来，强森外围开炮完全偏掉了，哇，落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就尝试着在强森配套曾祥军哦。但是我觉得在国王的一个内线的攻势当中，还是要有必须有人要进去去下滑。勇士队目前为止的三分球是9投仅2中，而前一场比赛28投5中，其实是不理想的。底线跳投得分，哇，这个单打的一个动作非常的精彩哦。洪凯杰这边裁判响哨了。应该是李凯燕的犯规。嗯，凯杰在前一场比赛负责看防林书伟，在一开赛其实守得非常紧，但最后只获得了10分钟左右的上场时间。凯燕这个后侧步的一个跳投，其实也摆脱掉了洪凯杰的防守。我们中场游戏的凯燕在5月份也才刚满30岁，现在富邦队意识到麻烦大了，25-16，9分差距。休息一下再回来。左边，右边的手好像 ，Yes sir。陈英俊还有郭嘉文算是篮坛的神仙侠侣啊。英俊听说最近蛮想家的嘛。哦，是这样吗？对，所以大家也希望能够看到他在暑假的一个中华队的一个表现哦。对，接下来要征战亚运的话，他是后场的绝对主力耶。
看起来今天乐天的 closer 豪进也来到现场。那前一场比赛看到的是萝莉，哇，今天有豪进。在前一场比赛，豪进也邀请莫伦斯去看动子趴，所以两个人虽然是不同运动领域，是有非常好的交情。而现在暂停后，马上不让富邦去打一些战术的配合。小球递给了强森，后面简佑哲直接赔了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的犯规。对，刚刚所谓想的就是国王队虽然说布阵了一个区域防守，让对手的进攻的系统混淆，但是廷恩很聪明的去做一个切入之后给到小球的强森哦，我对到拉到肩膀，确实裁判可以直接去给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犯规啊。赖廷恩将比赛目前攻下了四分，传出一次的助攻。那此外呢？其实只打了六分钟拿到两分了，但现在在组织战系统战我们说失误比较多的状况之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个状况给控制下。其实在上一场富邦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控球能够去主导这样的一个攻势跟节奏，其实廷恩算就是一个纯控球能够去掌控到进攻的一些方向，而且在失误的掌控当中，其实他持球的比例高的话，其实也可以抵消掉一些锋线持球的一些时间。在前一轮他只打了两场比赛而已，上场不到十分钟了。林兆绕过底线进攻篮板，曾祥军拿到，这一次给的太深了，还好强森手够长，背筐打不进去，翻身后仰，这样子出手的难度太高了，所以说效率并不理想。我觉得在第一节其实强森其实消耗的体能也是蛮多的，在不断的一时候身体对抗的时候，其实渐渐的会影响到手感跟命中率啊。冲向篮板，苏世轩再把篮板球抓下来，球不要偏移到左，这个篮板球的保护在勇士这一边还是延续到一样的问题。哦，裁判想上了，戴维斯获得两罚。对，富邦的防守端上面其实都对位的很快，在这一批年轻的选手上面，但是在禁区的高度在切入的时候尽量去减少这样的犯规产生。今天的国王的罚球次数也是比富邦来的多哦，在如果在犯规的掌控上面没有那么的理想的话，其实会影响到下半场的一个战局啊。看起来有人把这个敲锣打鼓从和平馆给带来了，也只有这一招能够在所有的城堡球迷面前达到一点引人注意的效果。林恩快拔一个三分球，篮底下强森要到了 N1。其实强森必须要多往里面去做一些冲击啊，因为毕竟他的高度其实在算场上最高的选手啊。这一球在篮板球拉下来，其实小个子是没有办法把去做毁掉的动作了。那个时候戴维斯其实还没有进到油漆区了。我可以另外可以提到的就是说，在所有的国王的 pick and roll 防守，其实在强森面对强森都是做一个 push 的动作，就是让你不要让你去做这个掩护，直接紧贴着强森，所以让强森他一直去消耗体能在争取位置上面，所以在出手位备受影响，以及在挡人的效率也是没有那么高了。那这也是强森从下半球季的例行赛开始表现相较于上半季有所下滑的原因，大家知道要怎么去对抗他。哇，今天富邦的犯规的次数，哇，这是要特别的控制。洪凯杰，刚提到强森的 pick and pop 的三分啊，所以在国王的防守当中就是紧贴他，不让他利用这样掩护哦。所以在国王的防守策略当中，其实在这一场球也是执行的蛮透彻的。阿木出现失误了，洪凯杰拿到球往前场冲，对角转移，球线过长，直接的简佑哲抄走，又是一次失误。小胖交给了后方的阿木，结果被吃了一锅啊！强森单抢第三季的火锅，再三不拖车进来，轻松打板得分。哇，换到国王要喊暂停了，这波进攻来得非常的上分，非常快。
那现在勇士队已经慢慢的把比数给咬上来了，22-27，双方剩下5分差距。国王队在还有领先5分的状况之下，赶紧喊一个暂停啊！来听听看场边 Ryan 教练要怎么样来提点球员。对，就是炳哥先去做提醒哦，因为这老大哥确实看不下去啊。嗯，其实在第二节就是考验第二梯队的一个得分能量以及攻守的一些策略执行哦。所以在我就认为说，在今天富邦把这个停更的时间给拉长，在上半场其实停更其实控制节奏以及自己得分都是确实是比较来的有效率哦。但是一整场的一个富邦的失误确实是连从上一场到现在真的非常的糟，非常的没办法控制哦，连徐宠都是非常的糟。目前为止，富邦总共是8次的失误。那赖廷恩的上场时间是7分20秒左右，有一点像是前一场比赛小胖在国王队这边的作用。对，没有错。其实现在在另外一边的小胖，其实在第二节的一个上场就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他毕竟是带到第二梯队，有这么经验的控球去带，当然国的失误率相对的就比较低啊。对，在赛前的时候也跟小胖聊过，他说 Ryan 教练其实在进入冠军赛的时候就有示意他可能上场的时间会比之前前一轮或者例行赛还要再来得多更多。那确实在前一场比赛上场21分钟，创下了季后赛新高。对，其实在小胖从中华队到职业队，其实都是一直都是让教练很信赖的控球员啊，所以他在场上不只是外围的投射，以及在球队的领导上面，以及出声音的讲话上面，其实他是扮演非常称职的一个控球。国王队暂停回来之后，他们还领先5分。洪志善，现在勇士队把防守的强度再往上拉一层。小胖地板给球一箭穿心，但简佑哲的处理球并不到位，这球可惜了。国王队以失误收场，台湾盆射击想要交给强森，在人堆当中有犯规出现，出手是不算的。对，其实在中线其实非常的调整速度也蛮快的，其实在手感不好的情况下，他也刻意去做一些破坏，再去做一些分球。在这一拍其实就是拉手的犯规了，那在穆伦斯从 top side 的位置去下去帮忙确实是比较慢。勇士队有变线球，中线在前一场比赛的投篮是15投进2中，那这场比赛也有出现投篮不碰框的状况。张东宪球被点了一下出现失误， Kenny Manico 开在前场，面对的是强森，有这么简单吗？果然放颠了。对，这在退防是强森的话就没那么容易了。东宪内线的一个，哇，又被抄走了。Kenny Manico 果决下手。今天 Manico 在拨到球的次数确实是影响，结果放枪可惜啊。这一球对于曼尼高来说少了一次助攻，哎，好，啊，曼尼高今天在传球以及超截，啊，包括说其实有些时候拨到球不一定是超到，但是他往往去影响到每一次的传球啊。我刚看到一个曼尼高很好的小动作，就是马上过去鼓励苏世轩，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再来。你看苏世轩完全是推着强森哦，不让强森去用这个掩护啊。桂宇在低位想要做假动作，裁判说 jump ball， 哇哦，曼尼高一次快速的下手，又为球队建功了。曼尼高在攻守两端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洋将哦。哦，现在已经4次超截了。那徐总在前一场比赛的赛后记者会也说过，他其实来就是为了针对新特例的。对，所以我说曼尼高就是解答哦，在如何限制这个没有人限制住的新特例哦。强森最后一秒钟勉强这球对强森来讲其实是一个信心大增的一个球啊，他自己个人也非常兴奋。 Manico
防守的轮转还是被钻出了空档，篮底下攻击苏世轩再放一枪。哇，苏世轩其实这个走位相当精彩啊，可惜 finish 差了一些。起脚，这球没有投进，阿木的篮板球来了，前场要推快，但是勇士的退防也很及时。阿米在底角歪了，是米巴特勒跳出来。啊，不得不说篮球的调度相当精彩，让敏哥有足够休息的时间。在跟裁判持续的做沟通，刚刚长生在挡人的时候有稍微转了一下，是其实在国王队的一个主战阵容的一个调整体能的一个节奏，我觉得非常的好，其实让阿米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一上场就可以马上得分，这就是教练最想要看到的事情。阿米来了，老鬼对决再次上演，在右路这一次想要从志杰脸上砍啊。哇，志杰对敏哥太熟悉了，所以你想靠我就反掉了。这个对位十分的精彩，令人印象深刻，篮底下卡位，小胖面对比他高一颗头的张宗宪，这边只能引来哨音了。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哦，其实富邦派的一个先发阵容确实是每一个位置都有身高的优势，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有效的去利用这个点。所以可以看到张宗宪刚刚是篮下非常积极的要位，但是小胖有一个拉的动作，其实前两拍做得非常隐蔽。你宗宪如果要上来的话，他也是要这样打才对哦，不要说因为好朋友关系。这一点其实徐总在前一场比赛的赛后有提到，中线一开始笑笑的，这场比赛他认为他应该摆出自己的 game face。没有错，其实在场上真的没有好朋友，如果说再次又太客气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会影响到整个赛局赛事哦。我刚看到新特利在场边是提醒强森有一些细节要注意。对，其实新特利没有登陆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好的一个对球队很好的化学效应，就是刚刚前面一个暂停已经有去提醒到洪凯杰，在这个换人下又去跟强森去做沟通，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他一个在球队扮演的一个领袖气质哦。对，其实当初打东超的时候，队长挂的是周桂宇，但是强森其实也从旁辅助他非常多，是，毕竟在勇士队也待了三年了，输了。林书伟这两场比赛打得蛮闷的，但是从这个时候醒来还不晚。对，林书伟就没有对他的好朋友这么客气了。我确实在 pick and roll 在赛瑟夫的协防的位置真的不太敢去做协防，因为毕竟在穆伦斯的下滑的高度确实是比较高哦，所以在这个挑战篮筐就是这样的时机去做攻击，就是唯一的连霸选择。就是要对决。对，还好今天没有人做我的看板。我竟然是有点担心啊，我比较怕你等下车开不出去。周桂宇非常果决，从外线开炮。今天桂宇有蛮多从三分球投射的机会，把握住了两次。其实国王队也是有策略性的放投嘛，但是桂宇先把这个命中率给提升上来的话，其实就考验到国王的防守策略要不要再去做调整。阿米志杰这一次的给球，阴错阳差，林书伟手上红棒跳起来了！哇！双方六分差，想要调给篮底下的赛瑟夫，裁判响哨了。苏世轩，今天也是蛮辛苦的，那刚刚这一球抛进什么算了。先看这个敏哥这个传球，哇，这个一颗星啊，一颗星的传球。因为先被小夫点了一下，对，要记上小夫的一次助攻。小夫第一罚没进，小夫说赛瑟夫在今年的例行赛里面对上国王队，三场胜利他都有登陆，
所以说徐总是非常信任他的。同时他跟强森的搭配总共有九场比赛拿下其中的七胜，其实胜率也非常高。对，小夫其实就是一直很扎实的一个中锋哦。嗯，其实在整个策应上面以及攻击跟包括参与快攻的能力也是徐总喜欢的。六分差，苏伟人堆当中钻来钻去的，杨金敏就假动作找到 Penny Manigo， 红射短了，小夫的篮板球，林志杰自个儿带球过半场，绕过小夫的掩护，小夫下滑，但是林志杰掌握这一球，还有十四秒，再往禁区交 ，Pick up 强森，底下周桂宇，这次戴维是必须要扑出来了，周桂宇。哇，今天富邦的骑兵是桂宇哦，其实上半场两颗三分以及这样的切入抛投哦，确实是在上半场是徐总需要的得分能量啊。这一次传球并不到位，就的一个球员啊，目前个人进账九。另外一端，好朋友的对决，年度传达也互飙三分球。哦，推了一下裁判 no call， 双方开始互飙喽。Manigo， 张东宪下手，这一球 hustle play 扑在地板上，阿木把球接到。还剩下三秒钟，林书伟在交底角，阿敏猜到，出板之狂！哇，黄队长第三节六局比赛架起了三分领先，现在勇士队必须要很赞同的。哇，终于体会到主场优势的一个氛围啊！哇，真的球迷真的非常捧场啊！哇，这个屋顶快要炸开了！杨振敏。新北的士官长，人称金敏巴特勒。早上我们看到了，对，热火今天也是赢球啊。对，南滩的士官长有接管比赛，今天阿敏持续有高档的演出啊。来看一下美国跟台湾的士官长连线的表现。哎，杨振敏在三季的季后赛其实都发挥得非常精彩，尤其在今年上场时间相对下滑的状况之下呢，体能有控制，他的命中率是三季这个季后赛以来最高的一次，场均的得分也来到个人季后赛新高的21.6分。没有啊，其实没有错，其实莱恩教练在这一季其实充分的跟阿敏做沟通哦，其实在上场时间掌控的非常的好，而且在时间上面做好的控制，你上来是非常有体能的去做有效率的攻击，那在命中率上面才会去做逐渐的提升，所以莱恩教练也看到这个点，他也去做跟队上的一个明星球员去做沟通，那我觉得敏哥也愿意去做这样的调整，然后让自己打得更有效率，这才是在我们理事长的一个价值啊。那除了阿敏之外，林书伟成为这一节里面的关键人物，在第二节的比赛，林书伟个人已经进账了九分得分，三分球是两投两中，一扫前一场比赛相对低迷的手感。我两边两队球员其实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哦，以及上半场富邦靠的桂宇，以及在强森的挹注上面，以及在富邦国王这边，其实曼尼高的一个在攻守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承担的责任确实是比较重，也让国王现在有领先这样的分数，42-35，现在手握七分优势的是国王队，周桂宇，现在轮到曼尼高要来看防他了，林志杰。面对杨金敏的防守，勾掉到篮底下，想要打一个身高优势，小夫因球拦下拿到球，篮底下再拨乱成了一团，结果球就到了小夫手上，小球想要交直接扔出了界外，又是一个失误啊！哇，徐总已经都在撑膝盖了，真的快受不了了。目前今天是这两场富邦的球员有这样的。攻进攻有这样的一个失常的一个表现哦，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也针对着国王的防守确实是做得比较成功啊。12次的失误在勇士这一次，杨敬敏这一球没投进，张东宪想要把
球交给林志杰，第十三次的团队失误，全场有坏攻机会，林书伟双球拉杆，把球摆进篮筐。失误后马上得分，是我一直提的哦。只要你失误，就是国王就是会惩罚你哦。林书伟拦截11分了。现在球又出到界外，现在徐总有点按耐不住啊。对，其实两边的情绪，先看这个失误，哇，不得不去讲，苏伟是非常大胆哦。现在场边有技术犯规产生，这边张宗宪被吹了一个技术犯规。那因为这段时间勇士队确实打得比较毛躁一点啊，看起来包含跟裁判抗议的尺度也是必须要拿捏一下，要不然现在这一个技术犯规等于说让对方又有往上加这个分数的机会。是，确实在这两场其实最闷的就是中线啊，所以他适当的把自己的情绪给抒发出来，我认为这个技术犯规是让整个富邦的一个气势可以有扭转的一个机会哦，因为毕竟这在上半场已经在国王队的气势其实已经到了高峰了，如果你不去用一些比较拐馈的方式哦去做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算是哦让中线这一球看有机会反弹哦，灌回去，回到了个位数分差啊！其实，在现在的富邦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要往多往内线去做攻击哦。Manigo 绕过底线，闪过了强森公主，这两分要的漂亮。你在富邦其实现在对位的是苏世轩以及 Q 的内线的防守，所以内线是有绝对的高度优势哦。看怎么样把禁区的内攻势给打开啊！江胜走底线受到包夹，林志杰大号的三分球直接砍在了阿敏的脸上，两个人看起来要干上了，哈哈！杰哥必须要多持球哦。其实我觉得上半场杰哥持球的次数太少了，所以让大家整个在进攻上面的节奏还找不太到。Manigo 往后交 ，Wide Open， 结果没碰到篮筐。前场有快攻机会，周桂宇飞身上来，杨敬敏其实也非常聪明，没有直接扑上去。场边哨音大作。徐总对于刚刚篮底下发生的状况看起来是蛮不满意的。对，所以你看现在中线的技术犯规之后，富邦的气势又找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往往球赛就是这么的诡异哦。其实你总是要有一些方式让现场的一个气氛是属于自己的。原本是最大10分差，现在双方剩下5分的距离，靠的就是野兽林志杰大号的三分球。不得不说，桂宇在今天的徐总把他摆上先发之后，他整个信心大增哦。你在外线有外线又有内线的攻势之后，其实在桂宇的信心程度上面，他有比较果决的进攻哦。周桂宇目前个人已经拿下9分了，那就像小胖说的，这场比赛徐总要出什么招，就算是在安徽下打过球，他也不知道。对，其实今天的一个富邦的用人就在桂宇跟廷恩这两个点哦，在控球员的部分以及持球的角色，你必须很明确的就是让控球去做一些组织哦。所以控球在桂宇在今年的进步也是大幅的成长，在攻跟传当中他也拿捏得非常好，但对手有放投在桂宇这个点上面，但是桂宇也把握住了，所以就是看国王队有没有在持续的去做放投，这个也是让国王必须要去思考的地方。周桂宇在今年赛季的3分球命中率来到了34%，那在第一轮虽然只有20%，但是出手的信心上跟球技刚开打其实是提升非常多的。现在你也看到桂宇他的现在看起来他手感最好的地方是在底线，所以桂宇要想赶快去找到那个位置去多去让对手有比较不好去轮转的一个位置上面去做出手。事实上周桂宇在对上国王队打得非常有心得，是对垒的8场比赛里面有3次得分上看
看双位数，场均能够攻下8.7分，所以现在已经超越了例行赛对国王的对战场均。暂停过后，双方的球员回到球场上，差距是5分。上半场的比赛剩下1分16秒。球交给杨敬敏，即将进入5秒阶段，林智杰的下手把球拨了一下，两个人在持续对位当中，杨敬敏下场颜色，这一球投偏了，篮板球拨下来，一样掌握球权，但这一次出手已经是不算了，是因为刚刚阿敏出手第一次是没有碰到篮圈的，其实在杰哥的对位，阿敏其实几次的对位，阿敏都没有在杰哥面前投进了。今天相较于第一场比赛，两个人有更多对位的机会啊，应该有突破万的一个机会，看富邦有没有把握住。中线切入禁区，放出三分，追球万。哦，刚刚看到杰哥有叫一下。对，其实这个也是算是希望他可以把这个气氛给带动起来，不然整场都是国王球迷的声音哦。来喽，来看一下啊，戴维斯从后面犯上这一规。强森在上半场其实真的是把富邦给带动起来了，15分了，现在周桂宇面对 Manigo， 这一次的压迫相当成功，高东升再来要求飞身上篮放偏，但后面还有赛车不要的分组进，哇，在最后一波富邦的把球队给逆转过来了，48-47，杨敬敏在底角最后1秒钟三分线外出手没有投进，台北富邦勇士在第二节的后半段拉出狂猛攻势，现在反而把比数按过去了。哇，所以这个技术犯规重不重要？哇，完全拐气过来啊！真的是完全拐气啊！现在48-47，勇士队要带着1分领先回到休息室，稍待会有中场奖评。往前靠，往前靠。好的，四位朋友，我会跟你们讲解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哦。你们应该听我声音是听得很清楚的吧 ？OK 吗 ？OK， 好。好，你们接下来呢？你们要从球场的底线，也就是我的，那个珍珍，右边吗？左边出发嘛，对不对？左边底线出发，就是我们这个，你有看到我们的阿宝吗？对，我们的这个珍宝吉祥物阿宝，阿宝的后方出发，然后呢，我们要 S 型的绕过我们的电风扇，绕完电风扇之后呢，在这边上一颗篮，上完篮之后再绕回来，阿宝呢会在那边防守你们，你们要就是过去再上一颗篮，挑战呢我们会用计时最快的来代表挑战成功 ，OK 吗？有点难吗？不会啦，阿宝不会真的盖你火锅好不好？如果盖的话，真的有点糟糕啊。好，那我们谁想要第一位呢？好，我们这位帅哥先好了。对，慢慢到我们阿宝后方的底线，要记得哦，要这个绕我们的电风扇，然后来这个 S 型，两边呢都要上篮一次。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计时嘛，对不对 ？OK， 好的。那我们的第一位这位朋友来，你准备好就跟我比个 OK， OK 了吗？好，来准备哦，3、2、1出发。好的，过了我们的阿宝之后，快速的 S 型绕过我们的今天后面的电风扇，非常非常好。OK， 我们现在迅速的绕回来，你的挑战者是我们的阿宝，就近好球。好的，时间暂停。哇，他蛮快的。好球，好球！我们第一位的分数呢，暂时不公开，麻烦我们呢把球给下一位朋友，在旁边稍等一下。来，帅哥，麻烦到我们的底线去，感谢你。好，阿宝，
来吧，准备，三、二、一，出发！哎呦，好球，上篮，失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不是叫你重跑，不用怀疑。好好好，我们跑回来，跑回来。阿宝在等着你挑战呢，好球，好球，阿宝。我发现阿宝那个假防守蛮有样子的。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美女。 OK OK， 谢谢这位帅哥，慢慢把球交给我们的美女。 Alright， 我们呢这位帅哥先到旁边稍等一下，等下公布成绩。好的，美女，我们再往后面一点。对对对对，好，再后退一点到底线。对对对，然后我们呢，因为你可能穿长裙嘛，对不对？裤裙，所以要稍微小心一点，也注意安全。好的，阿宝，稍微减低一下防守。OK， 好，准备。台北富邦勇士原本在上半场陷入失误过多的困扰，一度在第二节的最后关头落后到了十分差距，但没想到这个技术犯规也是有技术的，居然是完全拐气。对，这是我们在牌桌上面常讲拐亏啦。不过但是在今天富邦其实最成功的地方是登陆了强森这个点，在攻守两端他展现了一个统治力，以及在桂宇的投篮的把握度。那在桂宇进攻端的把握度高之后，他在防守端其实也是有效的限制住曼尼高，那在他持球的时候尽量的去逼他左路的一个部分。我们透过半场的数据来了解一下比赛面貌，勇士队取得一分领先，48-47，投篮命中率双方呢是勇士队这边比较理想一点，47.5%，但他们的失误12次真的有点太多了，是国王队的两倍之谱。那助攻双方几乎平分秋色，三分球国王队比较优秀一点，来到40%。下半场双方应该还有的打。对，其实，在上半场其实富邦的失误就是，其实上一场比赛才16个，所以其实上半场就已经12个，这应该是许晋哲教练没办法接受的事情。而且在失误后马上被得分这件事情，才是球队现在最在意的事情。所以在下半场你必须要在掌控球、在传导球部分，你必须要创造很多的空间给自己的队友，因为毕竟在每一波的进攻很容易被曼尼高给拨到球，甚至做点掉，还甚至有超球快攻的一个镜头。所以在整个在进攻上面，如果能够解决失误的问题之后，那相对的在分数上面进账也是相当的容易哦。其实在上半场最后的2分钟是输了10分之多，在这么短的时间，富邦还是有追分的能力跟能量哦。所以在最后一波打出11-0的攻势之后，我相信富邦对这个比赛是有信心的。对，这边要请紫薇再聊一聊，就是在徐总主动辩证，启用了强森搭配赛瑟夫，其实是比预期的他要辩证的时间点还要早蛮多的。但现在看起来这一个效果，你觉得怎么样？对，其实我是觉得一开始我不觉得他会换人，但是在第二场这么快就去换了，其实确实是也收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因为在篮板的部分解决掉之后，其实在上一场比赛我发现每一位球员最多只抢到两个进攻篮板在富邦的球员身上，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布伦斯有一些压力，不是让他防守篮板保护的这么好，所以让国王队有多的进攻的机会。所以在篮板的问题解决掉之后，其实各个位置上面其实也不输给国王的阵容哦。没错，那至于国王队这边表现比较好的部分呢，杨敬敏一样是相当的威猛啊，个人攻下10分，林书伟11分，全部集中在第二节。所以说林书伟从前一场比赛表现比较震荡的状况之下，已经慢慢的苏醒了。刚刚在画面上其实有看到林爸爸有来到现场，所以说今天这个国王队两大进攻重心如果能够稳定的发挥的话，下半场我觉得勇士队还是必须要看守他们。我们休息一下，稍待会还有第二段的中场讲评。也谢谢我们其他10位朋友，当然呢也要谢谢我们的阿宝啦，谢谢。That's my day one. She like to have fun.
little super freak. She got that dum dum. That's my day one. She like to have fun. Little super freak. She got that dum dum. I'm a star, lunar. Don't post by the bar, they know who we are. Whoever said that I wouldn't make it far, they say it's my time on my Audemars. Hey girl, come here girl, get introduced to my world. I like my girls in plural. She on my, she a squirrel. Hey, what's your name? Who you with? Glad you came. Can I buy you a diamond chain? Treat it like it's a wedding ring. Yeah, that's my day one. She like to have fun. Little super freak, she got that dumb dumb. That's my day one. She like to have fun. Little super freak, she got that dumb dumb. 我们也可以看看上方的大屏幕，看看我们的导播有没有捕捉到你们呢？Hello， 上方大屏幕的呢就是我们的鬼鬼，感谢呢鬼鬼每次都来我们的城堡里面，也希望呢你每次来都可以玩得开心。我起床睁开眼，感觉在打 NBA， 每个夜店都在放我的 tape， Bowling with Gwen and Gwen。要拿证哦。Hello， 两位美女，欢迎来到我们的新装城堡，跟我们的一幕挥挥手好吗 ？Hello。Hello， 两位帅哥美女，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方的大幕，跟我们的大幕挥挥手好吗？没错，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Hello。每个夜店都在放我的 tape， The boarding way grinding， I do what I say， 我找到了目标，会拼命的追。Having my day， having my cool， handing in my car， 我上你的路，车上的边界把我框不住，在人生的赛场，我不停的输。Wait team up， 哎，看到我们来了，哎哎哎，你女朋友找你比爱心这句话。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今天进到球场的球迷，我相信绝对是大呼过瘾的，因为在上半场双方呈现了非常焦灼的拉锯战，两节打完之后48-47，勇士队取得了一分的领先优势，而这一分的领先优势呢，是从原本在这个上半场的最后两分钟还落后10分，带出一波11-0的攻势，才把比数给压过去了。强森攻下了15分，是全场最高，那赛瑟夫也拿下了10分，骑兵周贵宇在上半场包含2颗3分球在内，是打得国王有点措手不及。林志杰跟阿敏的对位相当精彩，拿下5分，张宗宪也有5分入袋。来看到强森在低位的影响力其实还是相当的充足的，那另外他也有一些投射的手感，所以说能够让禁区的开阔感有更多进攻的选择。其实在强森其实算是富邦里面命中率最高的选手哦，其实在外线不准的情况下，那怎么样有效率的进攻，其实富邦他必须要马上去找到一个稳定的得分点。林书伟攻下11分，全部集中在第二节。杨敬敏有10分进账，戴维斯的9分，麦尼高9分，穆伦斯是6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国王队的得分点非常平均，也像是他们在例行赛所展现出的比赛内容。毕竟每一位选手都是算是有经验的球员哦，什么时候该什么时候点时间点得分，都是每一个人的把握度都相当的高哦。在球的流动上面，跟为什么国王的失误会比较少，因为他们的打法简单。在转换攻击找到一些分数的时候，其实直接攻击篮筐它不会有太多失误的产生，所以它在打法简单的情况下，每个人效率高，所以他们对手的在两场比赛失误都是相对的低的哦。我们休息一下，稍待会儿第3节的比赛即将开打。Drumming that whip, drumming t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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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唯一三连霸 Let's ride。哇、，Hello， 两位朋友。果然是我们的四馆长，告诉他们 We ready。Yeah, welcome to the new type of castle. That girl, she got on my clone. I told that little girl that she got a student.请我们现在还站在这个走道上的朋友，还站在走道上的朋友，请迅速入座。我们大家请上来，准备进行进行了。我们的球迷呢，今天是爆满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尽速的入座，不然呢这个动线会卡到别人的路线。有些人可能在比较高的位置，有些人在比较低的位置，那可能呢我们中间的门口就只有四个，这还麻烦呢各位这个。我们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是小国王还是小王后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庄城堡。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今天在新北国王的主场新庄体育馆城堡内，一样涌进了6540位的球迷，跟第一站一样是满场的状态，座无虚席。加上未来即将开打的台北和平篮球馆的3-4两战，在总冠军赛也是满场了，所以说在前四站确定要打的比赛，门票全部销售一空。哇，这个对台湾篮球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哦！其实换回球迷对我们来台湾篮球的一个热情哦，以及愿意进场，我觉得是这个是每一队球队他们愿意经营主场这件事情，让球迷愿意买票进场，我觉得每一队的行销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对，刚在观众席上面其实也看到一些富邦的观众，他们就是不穿那种送的黄色的球衣，他们要穿自己蓝色的球衣啊。对，肯定要的啊，对，应该在富邦的主场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产生啊。没错，对，这地铁大战是有它的道理的。张东宪面对林书伟非常压迫性的防守，杨敬敏在外围出手单刀偏了。敏哥今天在杰哥对位感觉上是有压力哦。前一场比赛拿全场最高24分啊，杰哥说不能让你这样下去了。对，双方一分差48-47，要进入第三节的较量。Johnson， 走步威力非常明显了。对，其实在这个攻击的一个选择上面，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哦，因为在高度上面，舒适圈差了一个长身的高度差得非常多，但是舒适圈他在过半场之后都是一直紧贴着一个强身，而且是有给力量的，让强身非常不平，而造成这次的走步为例哦，就是不要让你接近篮筐哦。一分差 ，Manigo， 双方依然再战。林书伟能不能够延续第二节的好手感？绕过掩护，杨敬敏再塞往禁区。阿木4秒钟，谁要来拆弹 ？Manigo 再 kick out， 1秒钟还在传，时间已经不够了。
这球应该是不算哦。富邦成功的防守，传来传去没人要出手，结果最后给到了苏世轩第五进攻点。对，我相信徐总哦，在上半场打完哦，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球队会领先啊，所以进去一定也给了很多方式跟方向，而且解决上半场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在这场比赛看起来就是进攻战哦，怎么样让自己的球员进攻是有效率且不失误哦，所以打法上面必须要再简单一点哦。桂宇绕出来，弧顶跳投，没碰到篮筐，小夫捡到篮球 ，easy basket。你看穆伦斯如果拉出去的话，哇，两个人跳得很高啊！哇，敏哥真的是在杰哥上面吃瘪啊！杰哥偷到这一球往前场送，林志杰大三分再来一个，野兽醒来了。只有杰哥进球，全场球迷还是会欢呼一下啦。两个人眼神是有交流的哦。是，你想敏哥想要打到杰哥的低位，其实也是没那么容易啊。阿木想要还以颜色，所以上一场敏哥频频在打中线的低位哦。今天这场球，许哥也是出招，让杰哥就是去守敏哥哦，不让了哦。这个对位大家会非常有印象。林志杰再来，这球打在篮板上。哇，今天桂宇其实守曼尼高守得蛮好的哦。就外围看了一下篮圈，埋起对手，再来得分，个人是三分了。哦，毕竟苏伟家里有三个教练啊，绝对应该要有这样的表现才对啊。其中一个教练在画面上啊，对他这个很会勾射这个动作，其实有投机啊，投机啊。来看一下，第一排买起强森，再面对小夫，空中拉杆摆进，可惜罚球差一点。包含了林大哥、林二哥跟林爸爸都是教练，有时候妈妈再讲个几句，应该也是多少影响啊。这个反攻 ，MVP 等级的对决。中线真的要面对到苏伟的防守，还是要多往篮下去冲击哦。因为如果中线愿意上篮的话，其实会有很多进攻篮板的机会。因为赛瑟夫跟强森的高度确实是比较来得容易抢到进攻篮板。我们看到场上每一个对位都非常有话题性的，包含了杰哥跟敏哥、苏伟跟中线。中线这个慢动作，他如果愿意去上篮的话，其实舒适圈去封阻没有进也是强森的篮板。嗯。张宗宪在今年赛季场均能够攻下十分了。Manigo 顶开桂宇，哇，这一次被拨了一下，阿木把球救回来。桂宇的防守真的是相当成功哦，还是过了，高打板没进，时间也到点，勇士队再挡下这一波。战况非常的激烈，55-49，勇士队领先六分。哦，裁判响哨了。其实像苏世轩同样的防守动作的话，赛瑟夫就是比较会容易去，用卡位的经验去买到这样的犯规啊。同样的，苏世轩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顶强森的话，强森他是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卡位的动作。居然给球，结果这边差点传丢了。周桂宇手刀带杀伤，必须要注意时间，再带到前场来，剩下三秒钟。小夫这一球还是掉了。哇！周桂宇的超截，前场赛瑟夫没有回防，只能单手爆破的机会。哇！富邦的球迷鼓噪起来了。从原本十分落后，现在八分领先。张宗宪前场拿到这一球，面对苏世轩的防守，高身上篮，不讲理的打法，野兽振臂，张宗宪也振臂，哦，而且还跟国王队的球迷呛声啊！现在国王队必须喊暂停了。感染
战力的球员全部都打开了。对，这样如果这样打开的话，其实对国王来讲是相当不妙啊，就是由林志杰去带动这一次的攻势啊。哦，看到富邦 Angels 也有来到球场啊，双方十分差距，勇士队领先。丢到那个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啊。没事，我们等一下还会有，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帮我们新美光继续加油一下。我们很多球迷都跟着热舞哦，这个是热舞。今天周桂宇的表现相当关键，进攻端有九分之外，其实也跟曼尼高互相抵消，曼尼高目前也是九分。对，其实在今天的桂宇的给予球队的一个帮助是相当巨大的，其实在整个在进攻端他是很有得分，另外他在防守端一直在让曼尼高往左路去攻击，因为右路的攻击让曼尼高实际上打得太顺畅，在转换的一个曼尼高的推进跟快攻的得分上面，桂宇也停得住他，也 double 也做得非常的确实哦，因为骑士的超节也让看桂宇相当精彩的演出哦。苏伟交给 Quincy Davis， 下半场首度上阵。杨敬敏，哇，这一次想要找底线啊，但是苏伟是直接往篮筐做空手切入，结果直接出现失误了。毕竟中线这一球是跟屁股哦，所以苏伟是想要往里面去做跑位哦，但是敏哥去给到空了的位置啊。戴维斯回到球场上，看能不能改变一些比赛的节奏。哇，敏哥应该这个机会不是杰哥手的话，他就要了。背筐单打，再交给 Quincy Davis， Wide Open 的机会，没碰到篮筐，看起来有点坐太久了。而且那个强森在篮筐下面起跳哦，把他的手跟头去抓到篮筐，看不到哦，是不是打空气炮？对，这个应该是有影响到一些视线的。周冠宇这一次面对戴维斯的防守要到犯规。不得不说，桂宇今天真的是把他的毕生所学给奉献出来了，哇，这么果决的去做攻击，另外刚刚又把敏哥给顶出去，不让他去做一些强攻哦。嗯，这边跟着应该是没有犯规，场上来看张松宪计算加把，哇。哇，其实今天杰哥叫的次数第二次，我被我看到了，而且今天是传助攻，他都会喊一下。张宗宪单节六分，是现在能够拉开差距的最大关键，也完成了加把。哇，宗宪如果找回状态的话，其实富邦其实就是有这么样分差的一个机会哦。哇，现在已经拉开到62-49。杨建敏面对杰哥的追访，也许 crossover 往左侧切，再交给 Quincy Davis， 比假动作剩下五秒钟要特别注意了。Manigo， 结果在守到最后一刻，塞瑟夫犯规。哇，这一球其实守得非常精彩，相当精彩，但是在最后这一拍去犯规哦。其实在轮转上面，其实在桂宇直接他抱去守到 Davis， 再轮转到这个挡住 Manigo 的切入路线，所以在桂宇其实一颗守三个。这一次犯规要让国王队多攻11秒，重射14秒的时间。Quincy Davis， 走步为例。裁判看得相当准确哦。这两天应该说这两场比赛，裁判对于走步的尺度是相当严谨。你看 Davis 这个中心脚本来是右脚哦，就右脚抬了起来啊，这个没有意义啊，完全是一个走步。
第三节剩下六分钟左右，周桂宇交给强森，抛投没进，国王队篮板球，小心后面哦。林书伟漂亮的运球，找到了杨志宇来解决问题。现在国王队能不能够拉起一点追分气势呢？表现不太好，国王要有气势要靠王董啊，他在旁边。这场球没有先跟裁判先礼后兵啊！今天王董不想让达美乐董事长专美于前啊，他想要去休息室里面抖内啊！这个抖内必须金额要很大。林志杰跳在空中传出失误，苏伟找到。苏伟从后场下手，球拨出了界外，这一次的快攻没把握，有点可惜。哇，现在这个球赛真的是季后赛的强度啊！先看这个强森这个回防，就证明他今天登陆是对的啊。哦、另外杰哥，哇，想要跟裁判要一个犯规啊！哇，真的两队的攻守都相当精彩。强森单场四次的火锅，小夫强打篮下没进 ，Danny Manigo 已经冲起来了，勉强出手打。战仗要到两罚，哇！桂宇的肩膀可能又被撞伤了，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看这个传接球，其实桂宇想要制造到一个进攻，哎呦，这个手直接打到肩膀上面，那个肌肉都拍得出来震动的状况，是相当大力啊，好像被牛撞到了一样。不过这也是徐总一直在练桂宇的原因啊，也就是说从第二季的前半段开始让他打到控球后卫，就是在这一条线上几乎是可以单换到 Manigo 的，对位小洋将其实也不太逊色。对，其实桂宇有190公分的身高，打到控球的位置，以他的传球视线就变得非常的好。那另外他又有厚实的身材能够去守外籍的小洋将哦，所以在对位到曼尼高，其实曼尼高要打他，其实今天成功率也没有到非常高啊。没错，曼尼高的罚球，第二罚有进。那现在桂宇先退场休息一下，因为那一下真的顶得不轻哦。强森上来接应，再交给林志杰，志杰。戴瑟夫，阿木必须要扑出来，篮底下有 mismatch 的机会，能不能够传进去？转移球的过程当中，戴维斯犯规。今天在裁判这样的动作，其实都有吹判犯规哦，其实尺度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戴维斯个人的第二次犯规。62-54，张中线高难度后仰 ，Manigo 要往前场冲了，底角阿木在这一个位置不常出手，但是手起刀落。哇，其实中线应该要在明白他今天所得分的一个手段的效率是什么。如果他一直在去做一些比较困难度比较高的出手的话，相对的就是给国王一些机会啊。五分差距，林志杰是解答吗？打到前框。哇，这波国王要起来了。Manigo 抢投一个三分，力道短了。张中线把节奏慢下来打。林志杰面对 Manigo 防守，背框绕过强森的掩护，往禁区动位再 kick out。洪凯杰交给塞瑟夫，莱欧文的出手弹道偏。前场想找戴维斯，但球线已经过长了，出到界外。今天国王队这种 leading pass 其实成功率不是很高。其实富邦也是有预测到，因为在上一场球这种球太多次了，如果再没有去做修正的话，一而再再而三被跑这样的快攻，那对手的一个快攻得分往上提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么好去做一些压制喽。
在前一场比赛，国王队的快攻得分多达14分啊，其实是比勇士还多了10分，而这一件其实是勇士比较擅长的事情。对，你在上一场球少了掉得快攻得分的布邦，确实是分数上去了。凯杰这一球没有找到准心，球也出到界外。裁判说是勇士队的球，现在就是要考验在富邦的一个板凳球员上来有没有延续这样的火力啊！你在洪凯杰的得分在上一场其实也是比较低迷哦。KJ 杀入到心脏地带，这个节奏就是要我喊话嘛！左手怪杰啊，正大开始打情章啊！对，你就是要我讲你才会得分。他把万子跟童子都打掉了，你偏要为他排啊！上一场我是很不满意他的表现。哇，这一次传球出现失误，直接扔出场外去。在富邦防守加压之后，其实下半场轮到国王队失误比较多了，所以在整个防守端上面，其实在富邦其实在上半场暂停结束之后，中场有做一些调整。现在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桂宇在地线受到压迫，这一球传得有些惊险。林志杰再往外交，赖廷恩这次难度的抛投出到界外了。所以我认为富邦的进攻应该更简单一点，就是说多去往篮下去做攻击篮筐以及上篮的动作，让塞瑟夫跟强森去拼抢那些篮板球，所以让富邦的攻势就会比较显得比较没有这么的轻易去制造失误。一样是国王队的边线球，不过现在对手也摆上了戴维斯跟穆伦斯，所以说在禁区的高度上双方几乎是旗鼓相当的。要注意这个 PK 漏的一个防守有没有去做一些执行啊。海燕剩下5秒钟要注意时间，阿木炸弹球拨到谁手上，长篮板 Kenny Manigo 拿到，对角转移，杨敬敏外线出手短了，哇哦，篮板球再拨没有保护好，李凯燕中距离跳投还是没有，哇，强森真的发挥他的价值啊，但是这些动作要小心，今天裁判的尺度非常严谨啊，吹了非常多的 hand check。林志杰面对 Manigo 做假动作，再来到底角，球算了出来，64-57，第三节的比赛也来到后半段了。杨敬敏杀入禁区，想给小球，结果传出了失误。哇，应该打得更快一点哦。林志杰跑在前场，第一时间没有拿稳。再来个地板传球，哇，这一次想回给小夫啊，结果传丢了。快攻抢头一个，李凯燕打到前框，双方在近期的节奏非常快速，但是把握度并不理想。洪凯杰这边有点犹豫啊，球差点要掉了。强森的翻身抛投没进。哇，现在双方的体能有一些下滑之后，连带在这么多的时间消耗之后，分数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进账啊。零在64-57，两边在第三节应该各还有一次的进攻机会。哇 ，Manigo 绕到了心脏地带，林志杰摘下篮板球，这一波进攻要把握。One shot， 勇士队有机会踩一个欧洲步，西塔取经，东塔取命啊！抢头，这一次没碰到篮筐。第三节比赛时间到点了，三节打完之后，勇士66-57，取得了大幅的领先优势，双方要进入决胜节。上方的大荧幕，
目，跟着我们的阿宝一起做动作。Hello， 一起比个帅，我们比两个耶。没错，来下一位。Hello， 两位跟我们阿宝一起比动作，比个爱心。没错。Hello。来跟着我们阿宝亲一下，跟着镜头亲一下，有有有，来来亲，好可爱，好可爱。好的，跟着我们阿宝一起做。Hello， 美女，跟我们阿宝一起做动作，来一起绕圈圈，没错。阿宝的手就跟我们森宝的电风扇一样，转速非常快，也非常的凉爽啊。好的，可以跟着我们阿宝一起比耶。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现，很开心很开心，跟我们阿宝一起把双手举起来 ，Let's right。Hello， 跟着我们阿宝一起把这个双手放在嘴巴旁边，一起这样子比出来，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把声音喊出来。Hello， 美女。跟我们阿宝一起做一样的动作，来说。国王队单节只攻下十分，追平了勇士在上一个赛季所创下的冠军赛单节最低得分纪录。另外，在第三节，国王队其实有九次的失误，其实这个是比较要命的。你在进攻端上面，你如果好相对在第三节，你让反观跟上半场的布防是一样的，一直去失误，那相对的当然让布防有多的机会去做进攻哦。我们看到现在小胖召集队友们在做一个开会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老将价值就展现出来了。当然在季外的时候有传出说小胖是不是打完这一季要高挂球鞋，但是其实他在赛前的时候也跟我们聊过这一点。现在小胖要持续上来掌控节奏，所以这个时候场上的经验值是非常高的。敏哥，然后戴维斯跟小胖都在球场上。对，其实我觉得小胖在第三节的中半段就其实就可以上场了。其实在他应该在宕机的时候必须就是要调整，看之后有什么考量。那你说真的，就像我最近一直讲的，退休退不退休，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永远只有自己知道，至于外传什么，那都是别人猜测的东西。当然了，我觉得今年的状况我觉得又比去年来得好嘛，那就是看去怎么做一些调整，因为球员到后期了嘛，那你说真的要调整的东西其实会比以前来得难，因为身体一些恢复的情况会比较慢一点。对，哦，听起来小胖是有要继续打下去的哦。毕竟跟我同梯的嘛，我都已经退休那么久了，退休那个六年了嘛，那还是可以去打嘛。而且他有提到今年的状况其实是更好的，篮底下乱成一团。哇，现在布邦其实在第四节啊，确实是现在。非常明显的一次进攻犯规，这个就是桂宇今天的价值啊，把曼尼高给惹生气了。曼尼高其实是虽然有感染力，但是他可以控制自己脾气的球员，刚刚完全就是毛躁起来了。对，其实我就是用生命跟你换啊，所以遇到桂宇这种几年的他了。他的一整场其实就已经累积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哦，确实裁判一直不吹的话，他就是要去告诉你不要那么靠近我。我现在周桂宇他说我跟你玩命啊，我跟你赌家产啊，看谁是仇笑痴啊。其实在第四节其实教练也是先把曼尼高前派上场哦，其实这也是信任Q 的在场上的一个安定感哦，不断的给桂宇乐色话。桂宇英文其实也很好啊，他有 tutor ABC 啊，对 respect 还有没有。不过我想这是年轻球员所展现出来一个非常难得的特质，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因为确实在场上你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积极度哦。现在双方看起来打得又更凶了，这才是我们要看的季后赛跟冠军赛强度啊！先看这个掩护，强森。哇，他强森应该是太瘦了，脚被抬起来了。凯燕的身体素质在后卫线上其实也是相当强壮的。不过
这两边就各罚50大板，现在再重回比赛。比赛是66-57，勇士队取得9分的优势。侯志善来砍一个大号三分，这球意识到了，前场有快攻机会，送了太深，但是灌篮是抢胜，双手反扣。哇，现在国王队是派出一大四小的阵容哦，所以就考验到翔军他在防守上，他是对位洪志善哦。强森的签约金肯定不用200万啊，但是绝对载制力是很强的。打板裁判响哨了，曾翔军要赔上犯规。对，所以这个 mismatch 其实是有创造出来哦，这一大四小的一个阵容。先看杰哥这个传球，虽然说有点深哦，但是强森要灌篮的时候，曼尼高其实也是没办法去开这个火锅啊。哦，这全联盟只有他可以这样灌而已啊。罚球2次。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曼尼高在这两场比赛其实状态没有到非常的优异哦，其实在防守端上面其实对手又针对性在他身上，就包括说我刚刚讲一整场让他去往左路的方向去攻击，那刚刚也是用左路的攻势然后去制造到这个犯规哦，那就看得出来副方有刻意让他去往左边去攻击，而且这场比赛他明显是没有办法去串联球队的，他传出4次助攻之外有5次的失误。那对他来讲比较舒服的打法就是刚切入篮下打烂仗。对，所以敏哥现在打到4号位哦，所以应该在敏哥上面没有到杰哥的对位的话，应该比较舒服哦。球传丢了，小胖抄到 ，Manigo 又要面对周桂宇的防守底线，小胖的三分球来了，再打个几年没有问题啊。这个应该可以再多打个几年，真的是没有问题。看中华队要去争争，你这么过分了，顶哥都上去了，他应该也有机会吧？过去也是后场的中流砥柱，小环以颜色偏了。哦，裁判享受。哇，敏哥不以为然哦。敏哥，那这一次的犯规出现之后，王董也不以为然，王董也在摊手了。是，来看一下这边在卡位。我这就是翔军的 mismatch 哦，他在小打大的话，他守不住曼尼高，但是他在大打小，他有机会去争取这样篮板球啊。哦，这边阿敏被吹，真的有一点点冤枉啊。翔军退场休息。那廷恩也要下去，哦，刚是不是一个发球时间的违例？这边球权做出轮替，对，其实桂宇，应该是一个乌龙啊，他想要喊一个暂停，他确实是没有那个机会喊，喊暂停要最后2分钟啊，他刚刚想要扣一个暂停发不出去，哇，早上 NBA 应该是有在看的，第一时间想高调拦下，结果传球路径受到干扰，哇，副方必须要打快一点哦，在球没有回防的情况下 ，KJ， 哇，来个侧垫步。周桂宇外围，我这三分线外再来一颗得分上双了。今天的奇兵就是桂宇啊！桂宇逆流而上。现在双方差距再次拉开。篮下有一个 mismatch 哦，不知道国王有没有注意到？裁判响起了哨音，这一次凯恩的切入能够获得2罚。我认为在第四节裁判的哨音一定越来越紧。来看一下桂宇这一球，非常稳定的一个出手哦，哇，他在外线今年的表现哦，其实真的是，你只要敢出手，代表他练习当中他累积到很多的信心啊。周桂宇目前攻下了12分，投进2个3分球。这场比赛除了在进攻端，我相信对于许总来说，
周桂宇的进攻打出来是打到有赚到，但他最主要是看防曼尼高有一个互相抵消作用。其实，在防守的价值往往是被人家忽略的，所以我今天一直在看桂宇的防守，真的有效率的让曼尼高真的就是第四节不得不换他下场啊。那现在国王队也是摆出了一个双塔，看有没有办法再把比赛的一个内容去做一些改变跟调整。那勇士队如果在这一个系列赛能够从对手的主场先拿到一胜的话，优势就轮到他们这一边了。对，其实球迷就想要看延长战线嘛，多打几场。哇，桂宇这样的持球，其实他的传球的高度。中线小打大，对，小打大一个 mismatch， 中线一个后仰 fade away， 啊，结果这球没进，难度还是开得太高了。所以中线他必须还是要去想办法切到禁区里面哦。苏伟交给 Quincy Davis， 哇，篮下要位，结果被在前防守的小布拨了一下，后场双方有一个拉扯。哇，裁判吹的应该是曾祥军的犯规啊！祥军一脸傻眼的样子。裁判有讨论的空间哦，但是如果要吹的话，我觉得是各罚50大板，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对，哎，现在吹了双方犯规，犯规。一开始他一直紧盯着祥军看，所以我是觉得他应该想要吹祥军，但是后来经过讨论之后，给了一个双方犯规啊。但现在轮到 Quincy Davis 不太满意了。先看这个接触 Q， 哇！现在是曾祥军在拉戴维斯啊。对，前面这一拍拉裁判没有去享受，在第二拍，哇，这个真的是，我以为拉三连线是隔壁棚的，原来这边也有。黄董，哇，非常的激动去跟裁判争取啊。其实这个判决，其实回到富邦的球权，其实对国王来讲是相当的伤啊。现在国王队还是落后的一方哦。那现在 Ryan 教练也来摊手了。现在主裁判陈宏明先生也在跟记录台技术委员这一边做一下确认。对，现在应该要先看一下有没有控制球，那是不是一个 jumbo 的球？所以这个是裁判必须要赶快去确认的事情。国王队其实也是在争取是不是这个 jumbo。裁判吹了勇士队的球，所以这边会做出一个更替。其实记录台其实就是有示意裁判哦。在这个球权的掌控，现在让周桂宇稍微退场休息，换上南湖双枪的搭档简廷照来接替。其实这徐哲教练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把简廷照给调度上来，其实也是蛮大胆的一个选择哦。不过这也不让人意外啊，因为他练简廷照从下半季后半段就在练他。哇，追板裁判享受了移动城堡，现在缺了一个口啊。哇，这连续的两波进攻都吹了强森的一个掩护，跟祥军的掩护都被吹了移动挡人啊。哇，这个确实是有移动啊，双脚移动的状况之下，球权回到了国王队手上。哇，现在就要考验富邦的一个防守哦。苏伟在左路来个接连三分，弹道很直，算了出来。现在国王队还有分数要追，但是时间还是够的，还有将近8分钟左右。林兆交给小夫，杀入到禁区放短了。苏伟拿下这个篮板球，71-63。双方还是差了8分，戴维斯外围假动作再拔起来，
没进。这波防守相当成功哦。其实在循着教练的一个调度当中，当然是需要现在是需要防守的时候，因为双塔的威力实在太大了，所以把赛瑟夫跟翔军调上来的话，加强防守的强度啊。说到防守，现在第四节完全进入一个焦土大战，来看曾翔军外围投射没进。两边勇士队攻下五分，国王队只拿下六分，在这一节要注意的这个转换攻击哦。苏伟在四十五度角持球，简平照贴身防守，布邦的防守端要注意犯规的麻烦。哦，曾翔军说 ：“Not in my house， 麻辣火锅。”在上一场比赛，他盖了两锅，年度防守第一队。哇，现在国王马上一大四小，许晋哲的应变能力也非常的快，马上把杰哥上来打四号。哇，又要再对位到敏哥了。哎，今天敏哥遇到杰哥真的是吃瘪哦。今天杨志敏只攻下13分，阿木拿到球 ，N1， 这个计算夹法对于国王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对，只要阿木他愿意下滑的话，其实真的机会非常多，而且接到球他又可以再去做一些转移球的部分哦。其实在你看这个 low in 进去，其实哇，这 size 真的是差了太多了。来了落边，本来有翔军去做换防，但是现在没有翔军换防的话，只要穆伦斯愿意下滑的话，基本上这样的机会会非常多。罚球之前，穆伦斯已经攻下了11分、10个篮板球。虽然无法跟他在例行赛的得分超过20分相比啊，但是在带伤拼战的情况下，其实也是相当的尽力了。其实他主要的工作很单纯啊，如果他不去多去做一些进攻的一些消耗的话，其实在篮板跟防守方面，其实他是非常有效率。我想这也是 Ryan 教练对他定位非常明确的地方啊，就是你状况不好，那就是死命的抓篮板球，铺在地板上走不为例。国王队又把球权给拼了回来，有机会透过这一波的球权再把分数差距往上追进。场边出现了暂停，我们休息一下，稍待会儿再回到决胜第四节。掌声给我们的新北国王拉队 New Taipei Queens。跟着拍，跟着节奏一起跳的。守下这一局，拿下属于我们的胜利。国王队在刚刚打出了一波追分的气势，靠的是穆伦斯的三分打，所以紫薇教练这边针对勇士队的防守阵型做出大胆预测。是，我觉得他这一波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些防守的调整啊？因为毕竟在 PK 号的防守上面，其实在苏伟跟穆伦斯的一个搭配上面，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换防的话，其实是非常的不利的哦。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不让他去用这个掩护，以及尽可能去自己去追防，哦，不要让他利用到这个掩护的话，相对的就比较不会有 mismatch 的产生哦。那相对来说，如果要守区域的话，国王队在下半场的三分球命中率是不理想的，14投仅3中。对，现在我就认为在循着教练这个暂停其实相当及时哦，因为在国王队的气势要起来的时候，而且在进攻防守端要解决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情况。抽抢篮板球，再次要到少英。哦，赛瑟夫其实已经够硬哦，但是两名强人都是非常优质啊。这个问题，勇士队从上半场一直存在到现在，就是防守篮板的卡位，都让对方的强人能够轻易的靠近篮筐。其实在
赛时同一样的时候，就是卡位的动作有没有确实哦？因为毕竟在上半场的时候，强森其实他跳得非常高，但是他往往被对手去推到篮筐底下，让他没办法跳。所以在这下半场也是一样，穆伦斯也是把这个位置给抢到之后，他有一些高举高打的一些机会。今天豪金来到现场啊，那阿穆会是国王队的 closer 吗？现在分数相当的紧哦，这在每一波防守来讲都相当的重要。双方只剩下四分差距了。小福在弧顶持球 ，hand off 交给志杰，凯燕来防守他。林志杰没有轻易下球，剩下六秒钟，要注意时间了。交给洪凯杰，看了一下篮筐，抢头中的。在有压力的状况下出手，其实有点不到位。现在连续的好几波没有办法。苏伟外线投射短了。哇，快攻球应该要去攻击哦。前场林志杰把速度开出来，假动作，裁判说出手不算，因为走步在先。两队都是拼尽全力哦，这个。在下半场第四节的体能消耗也让今天的分数本来预估是进攻战哦，但是变成说第四节现在下半场变防守战了。志杰这两场比赛加起来已经天龙十二步了，总共加起来四次走步啊。苏伟绕过阿木横挡，双方打一个 pick and roll 配合，绕到篮底下，裁判想笑这算加包，林书伟跳出来了。哇，国王队在禁区连续的缴获 A1， 现在打出了一个强烈追分气势。就是我刚刚暂停前所提到的，书伟跟穆伦斯的 pick and roll 必须要解决哦，因为赛射部不敢换防，换防就是 low in 进去，那在不换防的情况下，小跳子又没有贴紧，那这样子的话让对手有空间去制造一些机会哦。赛车夫完全不敢去做封阻，加上这一次的 N1 罚球之前三节打出了一波14-5的攻势，现在 Ryan 教练 Coach of the Year 把难题扔回给富邦了。今天苏伟在篮底下小打大的时间差以及手感的延伸拉杆做得非常理想，其实在苏伟在 PK2 的一个处理上面一直以来都是联盟里面比较优质的后卫哦，所以在这呆头他有外线的能力，他在中距离也有抛投的一个手感，所以在整个大个子都是不知道要去守还是要还原守大个子，所以这个让赛车夫是相当的两难哦。进入到丹阳将的环节之后，现在篮底下的优势反而是在国王队这一边啊，所以就是考验徐总他是不是要迎合对方去做一大四小的阵容，其实这也是球员们现在目前看起来在一大四小阵容是打不开的，所以你为了需要迎合对手的一大四小，所以让整个进攻端你是没有进账的，所以反而是本来的体系上面可能没有长时间习惯这样一四小一大四小阵容，让富邦现在进攻端跟防守端有点失去了一个重点。刚刚球迷的标语简单粗暴，就是唯一的三连霸，因为过去林书伟的前两个冠军在勇士队拿到，现在要帮国王队争冠了。那这场比赛书伟也是完全苏醒了过来，个人是15分，还有继续透过加罚追加的机会，那得分是前一场的3倍之多。对，所以我认为是也许让桂宇去打到4号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哦。现在让杰哥打到4号位，毕竟他得分没有太多的持球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在侧翼的得分上面没有人去做一些处理跟攻击。尤其是现在进入到决胜关头了，那比数也非常紧绷啊，罚球过后只差1分，会希望看到林志杰在关键时刻的处理球。对，但是桂宇现在被换下去，不过就是要去解决进攻端的问题，把强森给换上来，现在目前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赛车夫用的效果。
比较不佳哦，所以在整个进攻端上面，他一直在禁区外面哦。志杰，小胡的掩护，情况下，结果被他刚拔进框，就是要喊话一下嘛。哎呀，结果还有听到紫薇教练的呼唤啊。哇，所以我就真中线去守苏伟还是比较。现在篮底下的拼抢，阿木强势攻击篮筐，造成了对手犯规，倒地的是林志杰。哇，太！哇，现在这个吹判来讲，其实是非常的关键哦。因为在这个技术犯规的部分，先看这个切入，杰哥其实想要制造一个进攻犯规。前面这个强森也没有误会他，有拉到裤子哦。嗯。好了，我是不小心勾到裤子。这应该不是不小心的。哦，对，其实也没有去误会他了，就是确实被裁判给看到了。但是强森他又去跟裁判一念了几句，所以裁判又抓了他的一个技术犯规了。强森目前个人是5次犯规了，不过比赛的时间也所剩不多。那刚刚好不容易林志杰的这一个不讲理的三分投进了，那现在这个技术犯规又让国王队有追分的气势。上半场是锋线的一个技术犯规拐到队友，那下半场是强森的技术犯规，会不会被拐到拐回来呢？这个就是不要自拐啊，自己拐自己。对，阿木关键时刻的罚球还是够稳。嗯，所以我觉得把廷恩给换上来，当然是解决中线的一个控球的压力啊。双方一分差距，74-73，比赛剩下4分半左右。现在新庄城堡的球迷全场鼓噪，也要看林志杰在45度角开火。篮板球简佑哲拿到，全场的机会，阿敏交给阿木。阿敏应该要解决了，因为不是杰哥防守他，应该会更果决的出手啊。杨金敏在外围就开始背筐，转移到底角。李凯燕收球挑战篮筐。新北的飙风玫瑰让新庄体育馆全场暴动。哇，真的全场暴动了，因为这一次投进之后，国王队超前比数了，75-74。再来看一次这一次的精彩慢动作重播。哇，这个 mismatch 凯燕确实把握住了，你这是两个两面刃啊，又要平衡掌控节奏，但是防守端的问题必须要帮他解决啊。在后卫这条线上，李凯燕是可以坦克切的。嗯，加罚没进，不过国王队依旧领先一分。踢篮给球，林志杰绕过小夫，找到网禁区，上篮得分，野兽来了。哦，第四节有野兽，其实刚刚在第四节有让短暂的让杰哥上下去休息了，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点。老鬼够鬼，但是需要回血啊。林书伟右手抛投偏，比赛在决胜关头进入了拉锯战。书伟来对接林志杰，林志杰受到包夹，再交给赛瑟夫，球还是要在他手上。最后10秒钟，还有时间。直接连续得分！哇，杰哥在第四节真的不想传球了，哇！一句话，球给志杰。哇，今天吃的比赛相当精彩哦。勇士队又反倒领先3分，后的全是林志杰。杨志敏不讲理的打法，短了打到前框。争抢篮板过程当中，裁判响哨了。哇，杰哥真的在撑膝盖了，真的太累了。哇，打到第四节，对于两队球员的体能的消耗，人称季前养生、季后杀生。今天林志杰上场了34分钟的时间。哇，真的。哇，这个切入，哇，他在41岁，快41岁，还有这样的切入的破坏力啊！
真的是没办法解释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运动条件跟能力啊？你要说他是黄忠或是廉颇都可以啊。在6月11号将要过41岁的生日，野兽再战几年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这一波的进攻当中，其实我认为富邦要多去往篮下去做攻击跟切入哦，因为在穆伦斯在高度上面没有的话，如果你又不带大胆果决，而且是盲目的去投一些三分球的话，会备受这个长篮板的影响去打快攻哦。赛车来到篮底下，单手背扣，哦，乌克兰核弹头炸裂了，是，就是像赛车夫的动作是一样啊，很明确的、很明智的选择哦。就在这一次灌篮之后，轮到国王队必须要喊暂停了，因为比数又被拉开，80-75，比赛剩下2分23秒。哇，这场比赛峰回路转，非常的激烈。先看赛车夫这个切入灌篮，哇，就像我一开赛讲的，一开节讲的就是说，篮下的攻势是今天富邦能够领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在双塔的登陆以及在调配到赛车夫体能上面的调节，因为他在上一场这一个人去作战，这太辛苦了。赛车夫将比赛攻下了16分9个篮板球。那徐总在赛前也说，前一场比赛确实赛车夫是完全换不下去的，对，就连阿木外围投射的时候想要扑防，完全脚步是跟不上。今天有强森去当他的一个好支柱、好朋友啊，确实让赛车夫跟强森两个点是打得非常有效率，而且在防守端上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强烈哦。下场自觉。目前国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让五小现在马上把舒适圈打到5号了？那5号的位置，那你用 fire 的进攻的模式，怎么样把外线的把握度提高？因为如果你没有你打 fire 的内线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在没有外线的命中率，那相对的你在追分的球队是比较辛苦的。国王队在下半场的三分球命中率是16投仅3中，其实是完全进攻宕机的，在三分线外的部分。那在第四节呢是6投仅1中。其实，在阮安教练也反应得非常快，因为在前一波暂停前是让舒适圈打到5号，但这个如果内线没有挡住的话，所以还是决定把穆伦斯再换上来好了。两边的教练对决，人员的调度，这场比赛也是一大看点了。嗯，哇，杰哥这个暂停有休息到哦，当然。哇，凯杰，朱伟，地板给球，这是单手背扣。哇哦，本场比赛最佳好球。哇，当然林书伟的挡拆配合也非常关键。进入决胜期了，双方差距只有一个球权。志杰在45度角盘球，绕过了小夫，这一次传球出现失误。前场这一波攻守相当的精彩啊！林书伟掉到了少英。哇，凯杰这两次的犯错，哇！再来看一次，凯杰在这个赌博性的超球，真的确实是很伤啊。在其实我们在教导球员的时候，在关键的时期，尽量不要去做这种赌博性的超球，因为只要你做，通常大部分你看到的画面都是多打少，而且都是成功的。这也让林书伟有直接突破篮下的机会。嗯，刚刚除了跟阿木的精彩的配合之外，现在打入到篮下也获得2罚，2罚俱中，双方回到1分差距。80-79，比赛剩下1分半，点停照，要到裁判哨音，这一次的强势切入非常果敢。对，其实就像我一直讲的，就是富邦的后卫群跟前锋群一定要大胆挑战篮筐，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球员在中距离烂投，在外线去投一些让长篮板的一些方式哦。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马上富邦的球员去做一些调整的地方哦。这次罚球没进。我刚看到简廷照的切入哦。
鼓噪减频噪，第二把两罚重一，不过城堡的球迷守下了一球，双方一样是一个球权的距离。朱伟绕过了阿木，哇，球扑在地板上，再往外交，张宗胜超绕球，台湾喷射机起飞。现在轮到勇士队的球迷尖叫，但是前场赶快罚进来。哇，这个退防也相当及时哦。哇，又一次倒地啊！裁判说 Jumbo， 哇，林书伟在这个时候丢了两波球权。嗯，还好这个球还是属于国王的。嗯，我这边确实也非常惊险啊。啊，这个，哇，今天真的比赛相当精彩哦。我先看书伟这个球，哇，让对手有机会去抢这个 loose ball 去，哇，倒在了地板上。裁判说争球，球权还是轮回到国王队这一边，对于禁卫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比赛也即将进入到读秒阶段了。79-83，双方差距有4分。那这一波进攻对于国王队来说非常的关键。苏伟持球，洪凯杰来对位他，林书伟切入到禁区，插满得分，快速的拿下2分。对，这个 pick and roll 确实真的非常难守哦，对于小个子来讲真的很吃亏啊，因为你要让大个子不敢帮，那只要挡到人，其实苏伟都有上篮的机会哦。林书伟今天也攻下20分了，来看看勇士队的反击，小个子一下阿雷又要回了分数。张宗宪的助攻，现在国王队要打快了，捡过了球，投一个 rainbow 长篮板，阿敏拿到13秒，快速出手还是没进，小夫篮板球，阿敏把球拉回来，这一次传球太大意了，哇，现在国王队还有一线生机，哇，许晋哲教练要暂停，纪律台不给啊，哇，这个球是最后一球啊，哇，是不是要犯规啊？这个现在要扑上来，没错。哇，犯在赛车夫身上确实是蛮合理的、哦，比较好的选择啊。那时间剩下13秒。哇，赛车夫这个关键失误，哇，敏哥躲在背后没看到他，敏哥突然来一个背刺啊！哇，这个来了，说两边都是真的非常有智慧的球员在对抗啊。现在小波的罚球将会决定这场比赛的战局。第一罚没进，国王队成功续命。哇哇哇！精彩了，精彩了！所以稍待会儿，国王队是有追平甚至超前的机会。啊，这球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罚进啊，因为2分跟3分是真的差非常巨大的。这波两罚中一，所以接下来国王队的进攻也没有选择了，只能投3分球。嗯，哇，将比赛峰回路转，达到了最后的13.1秒，勇士队86-83，稍待会要进行关键的防守。JJ Miles，Migo set it for JJ， JJ for Byron。Byron for Amigo to the top. JJ to the corner. Trying to get Amigo right back up at the top for three. If you don't have the shot, get to the rim. Try to get to the rim. We're in full court pressure. We got a foul. If we hit the three, no foul. No foul. 教练所教的战术还是要让敏哥去做最后一个持球，在 top 在顶点的位置，看有没有机会有一个投篮的机会，应该是要做一个回挡的动作，再去做持球投篮的一个机会。那如果没有机会投篮的话，他希望敏哥去做一个切入，之后再找到 corner 有没有机会埋伏的射手，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哦。那对于富邦来讲，其实就是要把防守组给派上来哦，把整体的锋线的高度能够对位三分的球员能够身高拉高，那这样子目前就是往外扩大防守啊。Ryan 教练年度最佳总教练要来考验他的 ATO 了。对位杨敬敏的是林志杰，现在两个人已经在笑了。
哇，杰哥跟明哥这样的镜头要多拍几张哦，拜托哦。回档了，明哥，杨敬敏在外围，45度脚被逼出来，穆伦斯这是一个 broken play， 算是外投短了，小布关键的篮板球，哇，这场比赛勇士队有高几率能够收下胜局。是，哇，这个两罚也是相当关键，因为如果进一球跟没有进，这也是两队要考量这个点哦。还会顾一下这一波防守，对，全换的防守让。赛政府给换防出来，那桂宇在对位出去也是防守相当干净。因为这一波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不能放你的三分啊，就是守三分。所以说完全逼出去的状况之下，阿敏第一时间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刚蓝教练所设计的战术，利用敏哥的一个假挡，再回挡给敏哥出来，所以这个战术也算是让执行的相当的到位。哇，这一球罚进之后，比赛恐怕要走远了。因为时间只剩下5.2秒。哇，今天这个比赛，不管是球员的一些攻守的水准，以及教练的一些斗志，我觉得相当精彩的一个比赛。哇，好感觉故意罚不进。好，拿到这一球之后，比赛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的比数是87-83，由台北富邦勇士在总冠军赛的 Game Two 拿下胜利，也把比数系列赛扳成了1-1平手。接下来双方要前进到台北和平篮球馆做第三场的较量。哇，这场比赛紫薇教练看的是热血沸腾，真的热血沸腾。那真的，你看到上半场其实打的是一个进攻战哦。其实在下半场你会看到整个两队的防守强度拉高之后，哇，这整个比赛的水准又整个天平又倒向不同的方向哦。其实富邦今天出的策略其实相当精彩，其实。最后阿木跟强森是有杠上哦，现在双方在退场之前还是在互喷垃圾话。那现在阿木嘴巴还是念念有词，强森也迟迟不肯退场，在队友的劝说之下，总算是把强森慢慢的推进去了。比赛在激情的时候，其实大家其实就是享受那样的一个过程哦。其实我相信这个场下也是变成好朋友了。其实在场上其实两队都不想输给谁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是球员所展现的就是他不服输、不认输的一个精神。好，现在在后场其实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因为现在阿木是直接跑到了里面去，有可能，而且国王队的球员全部都追进去哦。那这边我们后续如果有持续的状况的话，我们再为大家来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场边嘉怡已经准备好要来访问林志杰了，我们的时间交给嘉怡。恭喜富邦勇士拿下冠军系列赛的首胜哦！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到最后一刻才分输正负。志杰先来聊一下，就是原本赛前大家都是认为看好勇士，但第一战失利，终于现在拿下了胜利，也算是压力稍稍释放。聊一下你现在的心情。我觉得因为毕竟客场就是这么难打，何况他们原本就有这个实力，然后他们打得非常的快，然后防守也非常强悍。我觉得在客场拿下这胜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然后也很开心我们今天赢球。好，那另外想要聊一下，今天其实第一节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就是被守得比较死哦，到第二节拉出了11-0的攻势，包括了第三节的延续，二三节就拉出22-2的攻势，这个关键在哪里？我觉得我们的防守都有攻到好，然后也很强势，然后不管是一对一，然后还有团队防守，大家都很努力去做好每一次的防守。来到了第三节，虽然有一点波折哦，但是第四节志杰在3分40秒跟3分05秒连续的进球，带领的球队气势一路往下。第四节会赢得比赛，你觉得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没有想太多吧，然后机会出来就勇敢去做出手，然后庆幸都有把球投进，然后也帮助球队这样。那另外想问的是，冠军战可以说是非常高张力的比赛，包括志杰，包括了宗宪哦。今天他其实在7分51秒超节，并且拿下上篮的这个球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宗宪很激动，大家其实都很激动。在这样高张力的比赛之下，队友很激动，然后如何让他们情绪不影响比赛？志杰可以有没有什么想跟队友说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球场上就是很积极嘛，不管是在跟队友或是跟对方，我觉得他就是想要表现出来他的强势，然后也想帮助球队
提高士气，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以他的方式，然后来给我们很多的动力来鼓励吧。然后可能是过于激动的话，可能我们都会互相去控制一下，然后叫他专注在球场上这样。那接下来一比一平手了，那第三以及第四场比赛的备战，要不要聊一下你的想法？先好好休息，然后先把身体恢复好嘛，这个是最重要，然后再好好的球队，因为毕竟第二场嘛，他们就互相越来越了解，可能就要做一些方式吧，然后可能要再更专注在教练所给我们的内容，然后好好的准备好第三仗这样。谢谢杰哥，谢谢，也恭喜富邦勇士在冠军系列赛拿下了首胜。那目前呢，富邦勇士以及国王双方的系列赛是一比一的平手。那精彩的比赛，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主播台上。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在座位上稍微慢慢等一下，稍后呢我们还有一场表演，有一个特别的嘉宾呢要表演呈现给大家看。大家今天都非常辛苦了，不管结果如何，今天是一场非常精彩也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 Alright， 大家也是今天听到你们的声音也都是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呢接下来一样，我们比赛不会停止在这，我们会继续的前进，因为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这才是第二场而已。 Alright， 大家不要气馁。好的，那我们呢稍等一下，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灵魂人物 DJ 上，等一下呢我们会有特别来宾呢来表演给大家看，感谢各位的配合，等一下见。Tragic happens, that they no threat. You moving backwards if you suggest that you sleep with a tech. Go buy a chopper and have a doctor on speed dial, I guess. Mad City. Man down, where you from? Do you know where you from? Where your grandma stay, huh, man? This Mad City, I run. Me. Every time I'm in the street, I hear yak, yak, yak. Ride with the mob, hamdulillah. Check in with me and do your job. Erg is the name, Bimbola did the chain. Torn off for the watch, Prezi plain Jane. Yamagini chain, rest in peace to my superior. Hermes, Lego, feed a village in Liberia. TMZ taking pictures, causing my hysteria. 这场比赛，台北富邦勇士在客场拿下了一胜，87-83是最后的比数。接下来要带着系列赛1-1的状况，回到他们的主场台北和平篮球馆。而在报告数据之前呢，刚刚要更新一下，在进入到球员通道之后，在第二现场，阿木跟强森似乎是还是有发生第二波的冲突的，那但是没有动手，只有口角。不过这就是季后赛的感觉。对，其实，在比赛相当的精彩。其实我觉得两队球员应该要认同对手，其实都表现得非常精彩的一个球赛，打出非常棒的一个内容给球迷看哦。但是在激情过后，其实应该要 focus 在下一场怎么样去讨回来哦。对，所以接下来看到的是数据部分呢，双方只差了4分而已，而且双方互有领先，一路激战到了最后一刻，所以这个激情会延续下去。另外要谈到的是林志杰，这场比赛上场了37.5分以上，攻下了双位数的得分，外带8个篮板球，杰哥燃烧小宇宙。对，另外杰哥的一个在关键时候的处理，在分数要被追上的时候，他这几颗3分的外线，以及他在pick and roll 的一个坚决度，把自己的胜负扛在自己手上，其实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的。没错，哦，这个对位真的是相当精彩，从第一节打到了第四节，真的蛮扯的。就是敏哥跟杰哥都展现了非常高昂的斗志，而且我们看到谁可以停住敏哥，就是杰哥啊。所以这个对位，相信在未来的系列赛，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再提醒大家，在下一场比赛将会开拔到台北和平篮球馆，勇士队终于要回到温暖的主场了。系列赛1-1。
六月八号星期四晚间的7点，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转播。这是球迷的福气哦，因为战线拉长的话，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让球迷这样进场，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啊！不是你有点尚书大人啊？你不是说4-0吗？对，风往哪边吹，我就往哪里倒嘛。进去又跳出来啊！不过我想，紫薇跟大家的期待都一样哦，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双方球员最精彩的发挥。这一个系列赛打越久越好，对，打到7战最好。现在又变7战了。好，在接下来呢，相信这个系列赛会越来越好看哦。那这边呢，我们的转播工作即将要告一段落了。谢谢紫薇格格的奖评，今天这是首次搭配，真的让我收获良多啊！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更精彩的球赛，未来再见了，第三件再见，拜拜。